开台啦！开台啦！交电杯嚟睇得歌，听到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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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啊 ？OK 啊？啊？啊唔系，我有冇睇港姐？有啊，有睇港姐啊。不过嗰个港姐，我啊觉得嗰个今年个港姐嗰个形式，好似怪怪地。有一度佢咧就好想整嗰啲，佢想宣传嗰个 Big Big Channel 咧，之后就咩都拱晒落去咧，就劲奇怪。你有一幕咧就即系以前港姐即系通常斗啲咩，大家都有个谱啦。通常就阿叻啊、嘟嘟姐啊、智慧啊嗰啲咧，就问下问题，即系睇你转数快唔快啊、临场反应啦、啊。呢、這个第一个考急才。第二咧就系、是、玩一下啲着泳衣啊咁样啦。第三就才艺表演，才艺表演咧通常咧就会表演啲即系有啲嚟话咩跳下健康舞，李嘉欣嗰啲好似系跳咩健康舞啊，有啲系会即系一啲即系大型少少嘅表演啦、啊，系嘛，即系会有一系列嘅。有啲又唔知嚟话嗰年嚟主题系体操或者奥运嘅，咁每人就玩下揈丝带啊之类嗰啲啦，咁有通常会有一个系列喺度嘅，即系会统一少少。咁啊，今次咧就有一幕咧，我就觉得系黐线，唔知咩表演试食嘅。佢又咩喺逼？佢话咩？由于因为佢咧就每个人咧就困咗喺个格仔嗰度咁样嘅，好似个汤房咁之类啦。之后入边就。用 Big Big Channel 喺度直播定点样？之后咧就其中一幕咧就咩试食表演试食，即系我心谂试食就难啲表演咯，大佬啊，点样咩为之表演？即系你话试食一啲高难度食物，定系点咧？定系用一啲咩好奇怪嘅方式去食咧？又唔系就系话啊？啊！呢、這个咩咩蛋糕啊，咁样啊，即系有两个人又喺度斗，咁样点样表演？表演得好唔好？点样斗？边个人试食得好啲？你要喺度斗咧，系又唔系话试食同一件食物、啊？咁、哦、啊，你可以瞓睇得出佢口才话啊，呢、這个人咧好似讲得好啲、啊，形容呢个食物仔细啲，又唔系、啊，两件食物咧又唔同嘅。一个就唔知咩咩紫薯蛋糕，一个就唔知乜鬼嘢蛋糕，咁啊，于是就咁样喺度接接接咁样，之后就讲啊，啊好食啊，两个就喺度噏下咁样，跟住就表演完啦，咁样就斗，咁我话你点样可以客观咁讲出话边个选美？即系你即系同埋呢样嘢系咪话关选美事？即系你话你话表演食相食得优唔嗱？我帮你谂埋。你话表演啊？因为如果你点样食个蛋糕，食到唔会一口都系好优雅、好靓啊，好似一个点样系表，即系香港小姐嘛，代表香港又要有仪态。咁 OK 吓、啊，你啊嗰个嘢或者啲咩龙虾啊嗰啲，好多一嚿嚿啊，好难点样，即系通常咧啲人就攞手食嘅，冇仪态。你点样攞刀咁样切切切咁样轻轻松松食到好优雅呢？佢有睇头啦，咁啊，哇！呢个女仔真系食相好靓喎，吓，咁有意思。咁佢呢啲咩表演试食蛋糕咧，我就认为就好唔夹呢个选美节目咯，啊啱唔啱先？所以又话俾你听，就系有问题嗰个内容啊，斗嗰啲环节之后咧就。同埋劲多人唱歌啊！啲嘢唔知乜嘅，个个人都唱歌啊，系嘛？仲有啲咩表演嗰啲咩？我印象中系唱歌有几个，跟住咩弹琴又有几个，同埋好似有啲有一个咩摆 pose。我记得系有啲唔公平，唔知去到后边咧就净系俾影住某一个，一开头咧就好似对画面割开两边啦，即系后来啊净系影死一边啊，嗰个偏心定点样啊？但系你有冇觉得嗰啲 like 数、嗰啲心心数目快个火箭啊？啊！戴定头盔先，我就系觉得好奇，大家有冇觉得嗰啲心心系快个火箭啊？啊！嗰啲观看数啊，咩比心心数咧，系咁卜卜卜卜卜咧，系咁又几何级咁样跳跳跳跳跳跳到啊十几廿万，快个火箭喎、啊，快个穿梭机啊！哇，觉得系好奇一问咧，点睇？
啊，我又冇，我又冇，我對呢個數字，即係嗰啲咩誒，即係點樣得嚟嘅，即係點樣計算，我又冇意見啦，我又好奇，點解咁快咁勁嘅咁樣嚇？你點睇？你咩嚇？你係咪嗰啲心心？我嘅感覺就唔係，即係唔係跟住你會哦，好似你 Facebook 平時睇嗰啲直喺 Facebook 直播咧，就係真係有嬲嬲嗰秒幾多人撳就真係會幾多個人飄出嚟，幾多個心嬲嬲飄出嚟咁樣咯。我就覺得佢永遠都係嗰個速率，即係佢冇因應嗰個嘢而變。我的感覺是咁咯，同埋好奇怪，即係佢電視嘅畫面又係 Big Big Channel 嘅畫面 ，Big Big Channel 嘅畫面又係電視嘅畫面，即係我開電視嘅時候又要睇住 Big Big Channel 喺度撳撳撳撳撳，咁即係咁咪好白痴咯，成件事就我又要開電視又要開手機，係嘛？就係整得唔好，即係好明顯就係佢呢個 Big Big Channel 就係冇好好用。回貫通冇諗到咁多嘢咯，兩樣嘢係重疊啊！我究竟睇電視好啊，定係睇 Big Channel 好咧？亂龍亂曬坑咁樣咯，就係咁樣咯。我嘅睇法就係、是、最主要就係咁樣，同埋我就覺得表演就即係真係唔係好吸引咯，即係你唔會想睇睇呢啲表演環節。即係冇，同埋做咩阿嘟嘟姐唔做？以前咪嘟嘟姐啊、智慧一定係例牌做司儀，做咩事幹變咗評判啊？點解會咁樣嘅嚇？而家咁上年咧，好似就係咩全民投票啊，今年就係、是、啊話係咩啊？因為我後尾都冇睇到最尾咯，即係見到一開頭咩表演試食之後冇耐，我就冇咩點。飞呀飞呀，得闲就望两眼啊，咁样就冇留意到最后点样揾到冠军，系点嘅咧？哇死仔啊！系点样得出冠军啊？吓、啊，哎呀，争少少立到个波啦，可惜啊！吓、啊，而家最后系嘟嘟姐一个人投票，即系嘟嘟姐就话边个人系冠军就冠军啊！吓、啊。是咁样嘅咩？唔系啲咁唔系有其他评判咩？蔡一智啊，靓波啊，租仔呢下射得靓啊！唔系有嗰、那个草蜢啊，咩其他咩有其他人啊嘛？有其他评判啊，系 Dodo 姐有两票，咁啊冠军净系俾佢投啊定点啊？即系你话 Dodo 姐有两票。咁佢有其他人㗎嘛，如果佢其他人投其他个咁都即係虽然话佢嘅投票权大啲，但佢可以即係影响到个赛果咩嚟，其他人全部投九号啦，亂咁噏啦，九号。咁即係 Dodo 即係其他七票九号 ,Dodo 即係有两票投一号都系啊，即係未去到话作用太大，呢下你喺度抽筋啦，斩落去啊。原本是其他人咧就四票，跟住咧就即系 Dodo 姐咧就，跟住一个咧就三票，跟住咧就 Dodo 姐投咗落三票嗰个就即刻超前，咁啊变咗个冠军咁样。历年嚟有冇试过出现港姐双冠军呢啲情况？冇啊！哇，两个都太正太靓啦，冇办法解决到，可唔可以做到有一年系？掌门人咁，哇！今年个个都真系超劲，我哋分唔到啊！掌门人就话：不如今年全部都冠军啦，好唔好啊？跟住就话耶，跟住嘟嘟嘟嘟嘟，之后就个个人出晒嚟喺度挥手啊，戴后冠，有冇可能做到吓？吓、啊啊、打和有冇可能？未试过，即系我意思系双冠军都未，好似未试过咯。印象中系咁样，双季军嗰啲好似有。双冠军就好似真系未试过吓，咁 啊，总之就阿即系最后，好似我都有听闻过，有啲人就话阿 Dodo 姐嗰票即系太大，咁啊结果就即系有啲人就觉得唔公平咁样咯，啊嚟啊呢次要入噶啦，啊来吧，超级雨流汗。比杀超级究极，咦、哎？摩擦摩擦，刮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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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佢系咁啊，挥手，嚟了啦，拉细，拉到落去啊，可惜啊，唔够力水啊，争少少啊。咁咧就同埋我又觉得啲表演项目唔公平咯，嚟有啲人咩斗摆 pose。即系呢啲点样可以俾即系发挥唔到嗰个女仔嗰个水准啊，大佬！即系你话咩摆 pose， 即系你又唔系叫佢好似行 catwalk 嗰啲，嗰啲咚咚每秒即刻要佢狂摆十几廿万个嗰啲，唔系喎，就系、是、好似普通咁样啊，你啊摆下 pose 啊，轮流咁摆，咁人哋有啲啊表演唱歌，即系呢啲都叫话有啲技艺喺度表演到出嚟，咁你就系。表演嗰啲摆 pose 嗰啲肯定舒适啲，咁啊更加莫讲话嗰啲表演试食嘅，系嘛？可以表演到啲咩咧，大佬啱唔啱啊？即系你几劲啊？你搵翻李嘉欣表演食蛋糕试食都可能做唔到啲咩啦，都可能就即系真系即系发挥唔到佢最劲嘅威力咁样咯。所以我就觉得真系麻麻地，系嘛？佢系先。好嚟啦，走埋嚟，顶唔顶到我靓啊，可惜啊！好，阿妈我兄弟咧讲嗰啲嘢咧又比较好笑，佢话咩？如果咩借我钱嗰位兄弟，借钱买电视嗰位兄弟咁啱咧，就咩俾人捉咗喺恐惧斗杀，我会唔会救佢？即系点啊？佢而家就系佢即系通常，如果我要唔要救佢，我都系混埋喺个恐惧斗室入边啊，好少我即疏，通常系要佢自己做判断啊，好少系因为咁样啊。即系你话违反游戏吓，好似都有试过会叫我做判断啊，吓、啊。佢又会有，即系佢会问话啊咩？你佢会见到，即系你会见到嗰个人咧喺啲机关度咯，佢会影俾你睇嘅，即疏就会喺度滴，跟住又会计时滴答滴答滴啦，跟住就话咩？你而家有 two choice， hello， 佢话 you have two choice， 佢话你而家有两个选择，一即刻救佢，唔知点点点点。如果你愿意救呢位借钱唔还嘅契弟，佢话你而家就可以即刻咁样就可以放佢一马。即系如果你就认为佢一个唔值得饶恕嘅话，你就有呢个机关继续。只要时间一够，个机关一嚟就会一嘢夹爆佢。跟住佢话你而家有一个选择，你就掌握佢嘅生死。佢话 choose your pick， 佢又咁讲吓，即疏就会咁样讲嘢。好啦，佢话而家系时候选择啦。之后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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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佢就啊救我啊！佢就会系咁喺度 ，please， 哥，我一定会还钱嘅 ，come on。佢话快啲，我真系应承你，我一出去即刻还咗啦。跟住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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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我话你呢句嘢我已经听过好多次啦。佢话如果唔系出动到咁嘅关头，我谂你都呢一世人都唔会讲话，我即刻还住数，即刻立即，我一出去就门口就即刻俾个数。我话呢几年嚟，佢话你有冇试过？我就会喺度问佢呢几年嚟你主动有讲过几多次呢句说话。我话如果你讲得出。啊、我即刻，我话即刻放你一马，吓、啊，又系咩？如果佢死咗就真系冇钱到手，你哋居然系谂呢啲，我系谂紧深层次道德嘅问题。你哋第一时间，如果佢死，咁如果你放咗佢，佢都唔还咧，我即刻我会同佢讲喂 Jigsaw， 我话喂，我第一次你呢个游戏有漏洞，之后佢话秒啊 ，Jigsaw 就即刻停嗰个钟，佢话 What happened？ 佢话发生咩事？我就话喂，我话如果我救咗佢，梗系佢走数又点计呀？我话你咪即系我白白，我话你佢冇办法，即真正惩罚到佢，佢唔惊喎，咁点计呀？啊，跟住就即疏吓，即系呢样嘢就系要我自己去判断啊，即系会唔会一放完佢，佢啊即刻又走数定点样吓？可能就呢、這個，如果我啊善良啲嘅，好老實講，即係如果喺呢種關頭，我通常都會放噶啦，好老實，就算佢再走數，除非即係啊，即係我會同積疏講咯。如果佢一年後都未還，你會唔會再積捉多佢？我先問積疏一個問題，我喂積疏，佢如果一年後都唔還，你可唔可以捉多佢一次？哦、啊，咁樣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哦、啊。嚟啦，好，俾咗上去，
哇，可惜啊，呢下又应该又有粒蛇啊！好嚟啦，哦，必杀，超必杀，脚趾俾烂，哇，争少少啊呢下，争啲啊呢下啊，龙门紧紧托出，好嚟啦。爭啲啊！總之，如果你係一種關頭啊，即係要我咁樣去選擇，就算佢係勁衰仔，就算我都估到放完佢出嚟，佢都係即刻冇嗰回事。我諗我都係會救嘅，即係呢啲咁嘅生死關頭，我可能我都唔會諗好耐。即係佢浪俾30秒，我諗我29秒都已經即係撳得滯啊，放佢啦！我又話得噶啦，我話。我话呢啲，我系我话我好好人啊！我话你问我呢啲，即疏冇意思，吓、啊，跟住即疏就会恐吓佢咯，就话你系，我话你真系好好彩，我话死好命，即疏啊！你呢世人真系行咗一个狗屎运，我从来未见过人咁快放一个人，完全系无虑，即系完全冇考虑过啲咩就即刻放过嚟。佢话你虽然作孽咁深。但我话你个朋友真系好好啊！佢话我呢世都未见过，我呢一个系我玩过最冇趣嘅游戏，算你好彩，之后个 goodbye， 之后就即刻放鬼咗佢咯，即疏啊，即刻嬲爆爆，激死，从此冇啊！呢一个就系恐惧斗室最后一集嘅故事，即疏以为好一定会。啊！一定会有啲咩人性嘅丑恶出，然之后一揿开咩事啊？我做咩个钟停咗？即疏开头啊坏咗啊，钟机关，我 what happened？ 佢话机关系咪坏咗啊？点解会咁样啊？点解个钟停咗？即刻放人嘅？佢发生咩事啫？我系啊，即疏已经放，我冇咩好考虑啊！我人命关天咪放咯，还唔还都算啦！唉，我话当自己黑仔啦，我话系咁噶啦，我冇计。之后就 Jack Saw 癫咗，黐咗先啊！跟住 Jack Saw 就即刻黐咗孖筋布，就点解会咁啊？我明明应该系一个咩好好嘅复仇机会，点解你会放咗佢啊？冇可能！之后 Jack Saw 啊癫咗，即刻黐孖筋，哦、啊！之后就即刻自杀 ，Jack Saw 即刻自杀，吞枪自杀。佢话我发，我话咩发现原来爱系。人類嘅愛係最勁，之後頂唔順，之後就自殺死咗，之後就冇曬所有嗰啲咩阿曼達啲徒弟，全部跪曬一次個招，即刻佢就寫咗封遺書錄嗰餅帶啊，交俾警察，之後吞槍自殺，之後恐懼鬥室就完咗啦，就係咁樣嚇、啊，你點睇？好嚟啊！有机会啊！哎，可惜啊，我哋仲有机会可以追翻啊！加油啊！哎呀，难到啊！可惜啊，都冇办法攞到咩吓、啊？再飙噶啦，要夹落去靓啊！靓波啊，组仔呢下硬上前，前面仲有我喺度噶啦，靓波啊！哇，铲埋嚟，好彩我估得靓啊，仲喺后边喺度掠紧，两个夹埋嚟。啊！嚟啦，老仔转身想俾上去敌机啊，靓喎，仲控住啊！哎呀，争少少啊，箍到上去，诶，呢下转身可以射噶啦，唔好再俾。又咩啊？如果救人就收唔翻，如果救人就收唔翻。系啊，都啱啱咪讲咗咯，我都话咗，就算收唔收得翻，都系会救噶啦。啱啱就讲咗，吓、啊，啱啱都讲咗啦，呢样嘢就冇影响。有啲人就话咩，如果救佢之后，反而仲要我俾钱，即系佢，我系条件啊，仲要我呕翻吓。佢话咩，你仲要哦，好啊，你当初借咗嘅，即系 Jack Saw 系惩罚我戆居，啊，你居然借咗钱。佢话 hello， I want to play a game。佢话因为你太白痴，居然借钱，冇谂清楚就哇咁样都入啊靓喎。佢因为你达滞，佢因为你太好人，佢太临时，而家就系要惩罚你咁戆居、咁白痴、死蠢。呢、這、一个人渣借咗你钱咁耐唔还，但系如果而家我就系要惩罚佢，而家就喺一个恐怖嘅游戏入边。
如果你30秒之内要拯救佢嘅话，就揿掣，但系你嘅户口会立即扣翻去你当时借咗几多钱嘅十倍咁样，跟住就反而我要赎翻佢，系咪咁嘅意思？啊，咁就有啲难度啦，呢个游戏又开始，啊，就有啲咁嘅真系有恐惧斗室嘅味道喺度，哎呀，上级仲有喎，租仔弹一弹后先，或者直接射啦，可惜啊，啊，你点睇？啊！有人话系，呀咁样系呢个设计系好啲嘅，即系而家你嘅剧本又再提升咗啦，呢、這个就可以差唔多可以差唔多拍得啦，而家就 OK 啦，可以去问嗰啲荷里活嗰啲片商度科水做呢样嘢，吓、啊、呢、這个就可能要谂耐啲，滴答，跟住我就跟住要设背景要设定埋，我咁啱就要攞啲钱，唔知道做啲咩啊？够呢笔钱可以够可能咁啱有个唔知咩儿童，我本身谂住捐嘅，本身有可能嗰个有个儿童患咗癌症，呢一笔钱过嚟可以救一个善良嘅儿童，佢有美好嘅将来，系嘛？咁样就更加有故事性。你要点样做咧？佢话你要愿意用50万，当系咁先算啦，50万美金。$50,000去救一个啊借钱不还的人渣，定是对一个本来天才儿童有着美好光明的未来，但现在啊饱受咩血癌痛楚，过你要掉佢话 make your choice 嘅啦，滴答，之后我就好喺度选择，究竟要点做呢？一个就系一个好好嘅儿童。啊！有大好将来，可能第时就会发展好多啊！立志做医生啊，咩诺贝尔咩奖都系佢噶啦，救命奖啊！可能医到千千万万嘅儿童，一个就系识咗好耐嘅朋友，但系就借钱还契嚟，之后话点好啊？啊！之后就系咁样，系嘛？就系呢，咁样又好好睇。呢个我都要谂下点样拣，讲真。我帮你加，我再帮你提升咗。而家呢个本身个剧本咧就可以卖到$10,000,000，而家可以卖到1亿，吓、啊？你点睇？又咩笑死？另一个咩？又咩好好睇啊？系嘛？真人做啦，仲拍咩戏？黐线！真人做恐惧透析。犯咗法啦，大佬呢啲吓，所以呢一个系几有趣呢样嘢，又系咩拣唔到？佢话你冇咁多钱，梗系假设系咁样啦。呢啲啊，即系有大前提下咯。总之就系你户口所有钱之类嗰啲咁样吓。啊咩？我系电影公司老板，而家揾你同$2,000拎嚟拍拖，哇好啊，即刻拍啊！而家咁样唔使揾$2,000拎嚟演噶啦，你揾翻李安纳度啊嗰啲演得噶啦，你唔需要揾佢，你揾我拍啊，专尼迪普啊或者咩咁样，揾翻第一代即梳阿伯出嚟演，梗系够噶啦，唔使人唔使多就系、是、嘢 OK 吓、啊。即破香港历史，点止香港历史票房啊？全世界佢话咩疏复活了，啲人话恐惧斗室，佢话真系本身已经开始惊，开始衰落啊！佢话而家一嚟就佢话咩技惊四座，之后就话咩估唔到啊，可以咁样复，跟住即刻嗰啲咩 James Wan 即刻出嚟话，哇超正啊！点解呢个剧本可以咁好嘅？佢话出翻嚟即刻啊！揾翻佢嚟拍，佢话原本 James Wan 都唔肯再拍嗰啲新嗰啲疏，但系佢一睇呢个剧本，话正啊 ，OK， 佢话你嚟啦，佢呢个故事超好，吓、啊，咁咪啊超好咯、啊、呢一样嘢，又咩有钱自己袋，最后就话咩两个都唔够，即系唔够嗰个有美好将来嘅患癌儿童，亦都唔够借我钱嗰、那个。嗰笔钱本身就系我谂住咩，即系你意思，除非你话会额外俾笔钱啦、啊，如果唔系正常人都未必会咁样，吓、啊？又系咩？一拳打到即梳入 ICU 啊！如果咁易捉到即梳，第一集差佬都拉唔到佢嘅呢个，你仲话咩一拳打到即梳入 ICU？ 根本嗰个人就成日匿埋又成。要捉佢根本唔系咁易，
跟住咧之后咧就讲下一单新闻啦，呢单新闻咧都几黐线嘅，系有关香港嘅。咁大家知道啦，喺香港咧就嗰个天马缆啊，即系嗰个咩海皮嗰度咧，中环码头嗰头咧，咪有个摩天轮嘅。咁啊，发生个咩事情咧？就咧大家知道啦，呢个本身摩天轮嘅营运商咧就系一间叫瑞士唔知咩公司嘅，总之外资公司啊。咁啊，当初投标。咁咧投标啦，就得好短时间啫，投咗3年。咁咧，但系3年入边咧，就一开头咧已经用咗唔知大半年咧，差咗成年噶啦，就去起一个摩天轮。咁起完即系严格嚟讲咧，佢得2年嘅即系时间咧去赚钱，即系赚啲票价咧去营运，咁啊去攞翻啲钱啊、剩啊嗰啲咁样啦。咁结果发生咩事呢？就最后呢就而家啱啱好第3年啦，跟住呢就无啦啦佢就话要再投标，佢就话佢话要而家要投标喇喎，因为你过期喇喎，呢间瑞士咩公司要重新招标咁样。咁重新招标呢，咁佢话得2间公司要招嘅，第一就係呢一间原本个瑞士 Swiss 唔知乜鬼公司啊，就唔记得个名啊，就是、瑞士公司。呢一间咧就叫 TECL， 咁呢2间公司嘅分别系咩呢？一间就系即系已经营运紧啦，兼且呢、這个即系有好多其他地方佢都有营运摩天轮嘅经验啦，同埋呢个摩天轮都系佢起嘅。另一间咧 TECL 咧就系咩旧年佢话旧年成立嘅公司，咁咧从来冇玩过摩天轮啊、机动游戏啊，系啊，因为佢系啱啱成立嘅新公司。咁而呢间新公司咧就系用咩1蚊嚟成立嘅，即系佢系即系股本就系1蚊啊成立，咁啊从来冇任何呢啲经验嘅。咁最后招标喎，咁最后边个中标咧？叮叮叮叮，嗱，就系呢一间 TECL 公司即系中标嘅呢间1蚊鸡公司。咁啊，间公司成立咗咧，跟住咧，瑞士嗰间公司心谂黐孖筋，佢话第一即系。白痴啊！即系佢话我都未回到本，哦，哎，骨死仔包！如果我次次俾人捉到路系咩料啊？咁咧就呢间即系瑞士间公司咧就话黐线，即系第一咧就因为起呢个摩天轮咧本身咧就已经用咗极多钱噶啦，极多银码，咁你肯定唔知用咗。唔知几多千万定亿啦，总之系永远肯定赚唔够啦。两一嚟人流唔系好多啦，坐二嚟就系个时间根本系好短。咁咧就而且建筑个费用咧就系全部都系呢间瑞士唔知咩公司起嘅，即系全部佢包晒，但系又未围到皮。咁咧就冇紧要啦。咁你投咗标冇计啦，佢话赚唔翻都算啦。咁跟住咧佢就因为嗰个摩天轮系佢起啊嘛。咁咧佢就话好啦，咁咧佢话佢哋早唔知早几个月咧就开始同嗰间咩1蚊鸡公司喺度倾，就话喂，我就系到期噶啦，我估即系我冇得再营运呢个摩天轮，你系咪买啊？即系买咗佢定点样？咁咧之后咧佢就话嗰间 TECL 话好啊，我会买，但系咧佢系一路拖。好多好多几个月咧，就冇即系佢话俾唔到信心嗰个瑞士公司咧，就觉得佢系有足够嘅钱去购买，即系佢从来冇讲过啊，俾订啊，吓俾住几多蚊订你先，又冇呢啲嘅，即系从来就冇讲过呢啲说话入啦啩。咁咧之后咧就一路拖到而家咧，就剩翻合约期咧得翻1个月，咁咧到而家咧都未讲话点搞嘅，点买？咁咧就問題嚟啦，因為咧即係因為合約即係原本瑞士呢個仲有1个月就完啦，咁佢話好，咁你唔買嘅話咧就唯有拆鬼個摩天輪啫，係嘛？即係我冇理由益你啊，白痴啊！哇！我用個幾億起源俾你賺錢，俾你間1蚊雞公司賺錢係嘛？搬翻去瑞士都好啦，總之就一定唔會留喺度俾你繼續，即係攞摩天輪嚟賺錢啦，係咪？好合理啦，大佬你都會咁樣啦，正常。咁咧就大問題嚟啦，原來咧佢就話咧，即係而家個約咧得翻1个月，但係咧就話咩拆呢個摩天輪咧就要2个月時間。咁咧就問題嚟啦，即係佢仲爭1个月時間先可以拆得走。
咁咧就報紙報啊，賴定頭盔先，佢係咪喺度出緊蠱惑，想拖到人哋約滿嗱？誒呢塊地已經唔係你啦，啊入邊嘅資產都係屬於我嘅，而家你又唔準喐嗰摩天輪。咁嗰間一蚊雞公司就可以繼續即係免費就掠鬼咗嗰個摩天輪嚟咁樣揾錢呢，咁報紙就話因為好奇怪，因為我即係話愛理不理咁樣啦，即係兩間公司好似唔嗲唔吊。咁就同埋點解會批即係政府點解會批俾一間呢啲咁嘅公司呢咁樣。好嚟啦。咁之後呢就仲有喎，跟住呢佢就話跟住呢就瑞士間公司就向政府反映話黐孖筋，佢話即係咁樣點呀、啊、大佬而家唔嗲唔吊。跟住呢就跟住報紙記者都有問政府嘅，就問你點搞點睇。政府就答無意介入兩間公司，佢話呢啲係佢哋嘅商業問題，就唔到我管。啊！佢哋嘅糾紛咧就唔屬於我嘅，即係佢就主要負責咩投標俾邊個，咁就好奇啦。咁我話咁點解你會俾佢咧？俾一間一蚊雞公司而唔俾翻？如果係得兩間公司，正路而家營運得好地地嘅，亦又冇試過有意外嚇，咁啊係咪正常應該俾佢營運咧？定點？咁有啲人就話咩佢俾新公司啊，可能係。会唔会系因为想拆咗摩天轮做其他嘢啊？呢块地皮咁样，但系好似话咩报纸有睇到话施政报告定咩讲过系会继续做摩天轮。咁如果系继续做摩天轮咧，就用翻旧嗰间公司咧，就肯定系正路啲嘅，因为本身营运得好地地，无啦啦就喺度转人，系咪先？啊，你因为大家都系摩天轮，你换咗间公司会点啊？将个摩天轮你可以有啲咩变化啊？咁同埋如果换公司而佢唔係买咗摩天轮嘅话呢，就变咗又要再起个哇，又拆又起，咁又要用多一年时间，即係每年呢就嗰个位呢就即係每次招标啊，每次合约完系咪变咗就要又嘥一年一个重建，咁啲游客咪冇得玩，咪浪费时间。咁所以你话啦，咁呢一个系咪一个好有问题嘅即系做法呢？咁呢啲吓，又哇，可惜啊，争少少啊。佢哋逼瑞士公司用贱价卖个摩天轮，人哋开1.2亿之后咧，就 TECL 又逼佢4,000万吓。咁咪唔鬼卖囉，咪拆鬼咗佢囉，剥烂佢都唔俾佢啊，仲要照卖啊，话知你，你咪拆鬼咗佢囉，卖俾其他人囉，係唔卖俾你啊，话知你啊，卖俾大陆囉，你两个瑞士仔靓嘢啊，是但总有咪唔好卖囉，咁衰仔啊，有乜好啊，係呀，唔好卖囉。有骨氣啲，一定要賣俾你啊！好啊，即係好嘢啊！我即係瑞士嘅嘢，肯定係即係品質有優良噶啦，都唔使有啲咩擔心噶啦嚇。即係我去瑞士坐嗰啲火車啊，又成好多嘢都係好靚啊，電車啊咩都好多係超正，超舒適，亦都唔會錯啊，又快又安全，咁咪好咯、啊。話你咩？點解我哋你話4,000万邊個？边个卖啊？而家通常都系卖家开价啦，大佬咁咪唔好卖咯。我话你自己起咯，起个烂鬼摩天轮你自己起，你死你贱吓！你点睇？咁啊，而家已经系停咗啦，所以咧就有啲人就话奇怪，即系佢话突然间咧，点解即系会有记者去报呢单新闻啊？嗰啲咧就系、是、因为突然间好奇怪，就变咗摩天轮而家仲冻喺度，但系咧就已经唔再营运噶啦，因为。瑞士即系嗰啲，即系一系要随时要拆噶嘛，即系佢冇办法，系咪即系仲做生意啊，或者点就唔做噶啦吓，咁啊，所以咧就而家咧就停止营运嘅，咁所以游客啊、市民咧就好遗憾啦，而家你都系冇得玩，但系你话会唔会收回成命话咩转标咧，就睇怕都唔会咯，因为佢已经俾咗人哋吓。啊啊咩？啊话咩 TECL 又反击喎？佢话咩嗰个摩天轮咧就唔属于瑞士公司，系属于一间荷兰
即係製造商啊，但係點？我話俾你聽，製造商又點啫？即係人哋喺招標係瑞士招標咗嗰啲嘢，就係屬於瑞士噶啦，係嘛？就係、是、你要問佢買噶啦。唔通嚟话咩华纳迪士尼请人哋拍唔知边个导演拍 Iron Man， 咁跟住就套戏系属于嗰个导演啊，咪又系华纳迪士尼，咁就系咁样计噶啦，点会话制造商啊？跟住你会咁样，即系你街市想买棵菜之后就同嗰个街市婆讲：喂，你黐线嘅，我做咩俾钱你啊？我系俾钱个农夫啊！诶，戆居啊，收我钱！啊！你问我啊，我有呢乜乜嚟，我会俾农夫。我而家就攞咗个番茄酒，咁我啊嗰啲钱啊嗰五蚊咧，我自己会入落个农夫啊卡度噶啦。我话你冇权收咁样个，吓啊咁戆居，黐线啊！系咪先？所以冇可能啦，大佬点会？你话咩？有乜可能啊？你讲呢样嘢就讲唔通，点会咩文化咩嗰啲部件啊属于荷兰？咁人哋佢唔通人哋荷兰嗰条友会白白啊？系啊，瑞士冇俾钱，人哋瑞士佬噶咁样问佢买鬼咗啦？唔通荷兰佬会咁戆居话啊？我免费帮你起啦，咁第时有人买，佢又预计到有人会买个摩天轮嘅，靓啊！轻轻松松追翻先，佢又荷兰佬又预计到啊！佢有个神算子，铁板神算诸葛亮喺个荷兰个摩天轮制造商嗰度啊，唔使惊，我哋而家我哋免费帮呢个瑞士佬起个喺香港起个摩天轮，之前三年之后自然有人问我哋买嘅，我放心放心，哈、啊！跟住就咁样，我哋而家免费帮佢起住先，之后我哋就坐享其成，准备收钱啊！咁样咩 short 啦，大佬，人哋即系瑞士佬一开头话、哎、接到啦、哎，我投到标，就肯定话啊荷兰佬吓，我一俾钱你吓、啊，你要帮我起啦，咁样肯定系咁。按道理都谂到个正常，除非呢单生意系由三个黐线低能弱智人士嚟做。做生意完全极到离谱，先至有可能发生呢啲咁嘅 case 啊！否则嘅话根本唔会有呢啲咩争议咯、啊，大佬啱唔啱啊？好嚟啦！有啲人话咩？其实瑞士本身卖都冇问题，梗系啦。咁你都投标，你都唔俾我，咁我梗系唯有卖噶。唔通我真系？除即系、啊、我留，但系我唔会送噶嘛。我卖系可以，但我唔会白白帮你益你啊嘛。啊，好似你，啊、好似有时有啲租户，即系你商场唔知道你花咗好多钱装修啦。咁例如跟住嗰啲打靶公司，突然间打靶地主啊，话咩加租加到你黐线族，仲要逼你走咁样。咁你都冇计㗎，咁你唔通你留住啲靓装修益呢啲贱公司同埋下手嗰个租户咩？你都係沤烂晒佢㗎啦，啲家私唔通你留喺度啊？抌落街都唔益你啦，即係好明显你係受一肚气。咁你家一系卖好啊？我话如果你要啃我呢啲嘢，你就俾钱。如果唔系咧，我就揼爆晒佢㗎啦，系嘛？肯定系咁嘅，点会？即系你啱啱有个兄弟就话咩系啊，本身佢系肯定系有意卖啊，唔通佢留喺度冇用啦？即系佢本身起咗喺度，唔通运翻瑞士又要揾个笪地嚟砌摩天轮咩？啊，咁佢本身就系谂住卖，但系问题是你系咁平咁贱咧屈佢，咁佢梗系火啦，唔卖咯，掉落街咯，个口啊一拍两散咯，系人都系咁啦，好。你係咁俾人屈啊！你都唔會令佢一蚊收唔翻，都唔益你。又係咩？最後可能係政府用公帑買，咁係啊！呢啲我又唔到我哋控制噶。一陣政府話 OK OK 啊，我嚟幫你埋單，冇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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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系啊，狗激，
哇，争少少啊！咁啊，之后就系咁样咯。呢单新即系呢单新闻就系要睇下一个月后会点噶啦。我谂都不了了之，或者最后就好似你咁讲咯，唔知点解政府揞钱卖咗佢啊之类咯。咁同埋其实有。即是你说招标为什么只有两间公司呢，是不是又代表招标不多人招呢，他有没有做一个很公开的招标呢，为什么又会这么啱得这么巧，哎呀，一间一蚊公司又会知道呢，而其他又不会知道，即是讲真的，你说一蚊公司又为什么只是选一蚊公司而不选旧公司呢，会不会太多巧合在里面呢，咁大家自行去判断啦，究竟点解会咁样啊？而 TCL 公司究竟系咩人啊？话事人系边个咧？咁啊，我又唔知道，又冇查到啦。呢啲又等下记者或者点样又自然放到啊。又咩唔识又乱讲，系人都知咩唔识。唔識我一問你啊！而家我問你邊個？你覺得俾一間一蚊冇做過摩天輪嘅公司好啊，定係一個有做過嘅摩天輪公司好嚇、啊？而且嗰間冇做過咧，唔係話之前有做開其他咩機械工程啊，或者點嘅，就係、是啊、一蚊整嘅。我一問你啊，咁你會揀邊間咧？嚇、啊？你會點揀咧？啊？你使唔使識啊？在这个层面上你需不需要懂得很清楚就可以做到一个正常人按逻辑推理下会揀的判断选择呢、啊、你会怎样哇揀一蚊公司那你们就跟政府一样咯，好啊好啊好啊，就是建议你们都因为你们很适合，你们可以去考公务员应该很啱。应该会好乐意请你哋嘅，即系一见到，即系呢条系一个咩考公务员嗰啲面试题目，即系好啦，而家有两间公司招标啦，吓、啊、整嗰啲摩天轮，一间咧就旧嘅，运行得都 OK 吓、啊，冇咩意外，好好地啦。另一间咧就一蚊嘅，啱啱成立冇耐啊，从来冇经验，你拣边个？即系 99% 嘅人，即系两大好青年就拣咗嗰个。旧间公司瑞士乜乜乜，之后有1% 嘅人咧就拣咗个一蚊公司，之后嗰啲考官就喺度笑，即刻好似极奸，好似喺电影《夜神月》嗰啲卡通片嗰啲咁，之后跟住嗰个面试嗰、那个吓、啊、应征者亦都喺度突然间，即系就两跟住突然间成个画面就劲阴森，跟住就两边就喺度。之后就系咁喺度奸笑笑到完场，呢套剧咁啊完咗啊！有啲夜神月咩忍唔到笑，就嚟忍唔到笑啦，就系咁样。你系好啱咯，我就觉得你啱啱话系一蚊公司嘅就好啱，即系应该都见行噶啦。你哋可以代三四皮咧都冇咩难度噶啦，你哋可以立即去见告，唔使挨女仔啊！好嚟啦！步咗走啊，你啊，见到佢吸之后一嘢铲落去啊！哦、啊！入屈，吓得我几惊佢又，点解成日俾人估到啊？黐孖筋，你点睇？啊，我配音好似嘅吓，我啊好犀利啊！呢啲我啊好即刻投入去嗰个角色，我即刻演到成个戏啊，成个味道出晒嚟啊！好、啊，又系咩？我系一蚊公司代表，想揾你代言。我话你公司只用一蚊起，你有冇本事揾到我代言啊，大佬啊！你有钱买咗个摩天轮先讲啦，仲讲咩代言？而家摩天轮都未有，仲讲咩代唔代言啦、啊，大佬啊！
好，呢球点啊？吸落嚟，咁诶靓喎，再搓，哇好潇洒，可惜啊，最后都系攞唔翻啊，冇办法。咁啊，咁样咯，呢单嘢就唔知点样解决噶啦，应该都即系希望仲有摩天轮玩啦。如果摩天轮系如果系新起咧，就即系讲真个品质就真系难保证啊！呢一样嘢就吓，跟住咧就啊，系啊，今日我都去咗睇针灸啊，分享一下。啊，我又去睇一个新嘅医生。又系试新医生，我又真系试，我系我身上即系咩嗰啲咩神农尝百草，我真系喺度试啲即系唔同嘅嘢，我系常医，我试唔同嘅医生。跟住今日咧，我去睇个医生咧，就我去到诊所啦，即系我话有边有冇，我就问边个医师，我话男定女，即系我话男，跟住我话好啦，咁我去睇，因为点解咧？就因为我医啲背脊嗰啲，有时系要用力推。女仔啊，唔夠力就唔係話我性別歧視，就係、是、因為佢有時我以前都有見，即係除非嗰啲係大隻嘅女仔就可以推拿到啊，或者啲骨可以移翻正。啊！我撞我入去啦，我話男仔之後好啦，我話試下睇，跟住咧咩好失望啊！我話咩？跟住咧就唔係喎，我係都話中意男醫師嚇。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啦，跟住咧一个医师咧就系侧边型型地咁样，真系好少我医师咧就长头发侧边嘅，佢系两边铲咗青，但系就侧嗰条边仔咁样啦，型型地。咁跟住咧就喺度问我啦，咩事咗啊？颈唔舒服啊，背脊又会有啲痛啊。我话一扭到咩位咁样。之后咧，跟住咧就，跟住就好仔细、好细心嘅。之后又问我啊，边度左，边度痛啊？之后问咩伸条脷俾佢睇下。之后话伸住条脷睇，话咩脷胎好黄噶，讲咩啊？即系咩意思？佢话个皮唔好咯，唔好饮咁多冻嘢啊，嗰啲咁样。我已经好少饮冻嘢，佢话啱噶啦。佢话但系你个皮都系唔好。之后咧就皮总之就系饮冻嘢唔好就会影响你伤脾胃，通常都系咁。我成日饮热嘢喎，我话卅几度天气，我食饭都饮热柠茶。之后佢话啊唔咁啱啦，佢话以后 keep 住。跟住咧就开始即系检查嗰啲骨啦。佢一开头摸咧就话又唔系好紧啫，啲肩颈位。之后咧就开始咧就唔知咩拔罐，但系佢拔罐呢个医师拔咧就唔会拔到超痛。之前有啲人拔到咧痛到我喐两喐已经痛到癫，咁啊呢个就冇咁痛，之后就开始拮针、拮颈嗰啲位，之后拮落去咧，之后佢问我有冇反应，我话冇啊，完全唔痛，之后佢哋都几忍得痛喎，之后佢话，跟住佢话你试下喐下条颈有冇舒服啲，我冇都系痛，之后佢话咁可能唔到位，之后再拮落去，之后我就 feel 到啦。开始痛啦，开始又好似拮到自己，你会见到啲针咧开始好难怼入去。哇，佢话咦，佢原来呢个病原位都几入喎，都几硬喎，原来呢条筋，即系怼到劲入，我都 feel 到黐线。之后又 feel 到真系，但系我都系冇，我完全冇嗌嗰一声啊，好痛啊，冇，跟住完全就系我系好个关羽咁，我连嗰啲咩棋嗰啲我都唔使捉。诶咯，冇诶一声，之后怼咗起码颈啊、膊头啊 ，total 怼咗十几支针。之后怼完之后咧，佢话你试下喐下条颈有冇舒服啲，我话有啊。跟住就好啊，佢话咩而家休息一阵，佢话咩你就可以一路怼住一路喐下条颈，佢话咩你可以玩手机 ，OK 嘅。佢话就过一阵再睇。之后过一阵之后咧，就开始佢话：，我你啊，试下喐下条颈啊，仲有边度唔舒服？之后我话有喎，仲即系话某原先有个位唔痛，但系痛嘅位啊转移咗。即系话咩？呢啲就冇啦，一次过搞嘅咩？下次再拮，下次再拮嗰啲针。之后就，但系佢就有少少移啲位，佢话咩？试下再插下其他中间嗰啲位，试下先颈嗰啲位。之后又系劲怼都劲入。之后我就问佢话你怼咗几入啊支针？之后话支针咧，佢咩一寸长？之后话咩差唔多怼到入晒去咯？佢啊同我讲话怼到话都几入噶吓，咁啊佢话咩就
又要注意一下，即系点样去吓、啊，即系个热敷啊、剩啊嗰啲咁样吓、啊。又系咩？又系咩啊？系啊，吉到入晒去啊，支针一串长，系啊，系好恐怖啊！佢即系咧，佢有个病嘅，佢嗰支针系有个病，如果唔系，我都唔知佢点样掹翻出嚟。佢掹都要慢慢转啊转啊，先扭出嚟咁样咯。但我就系完全唔怕痛嗰啲咁样吓。又系咩？后面痛记得热敷下啊，话系啊，颈痛咯，主要系。好系系点讲好？你吉嘅时候咧，同埋我话俾你吉完之后个感觉系点咧？你又我吉紧嘅时候咧，我就同佢讲话咩？你有咩反应啊？我话心跳快咗啲咯，之后我话斜，同埋唞气大啖啲。之后话咦，我呢个反应比较少、啊，跟住佢话试下咩量我啲脉搏，之后系咩摸唔到？系咩？你我话你身体呢排唔系几好啊？我话你比较弱，佢话咩脉象好弱。之后就攞个血压计嚟度，即系度完之后就系咩上压比较低，咩低血压107啊，好似系107啊，话比较低血压啲啦。佢就话吓，跟住话身体虚啲就自己注意嘅话休息多啲，唔好咁辛苦操劳。好，我识啊。咧就跟住。同埋咧，我吉完啱啱就係話吉緊嘅時候就係咁樣啦，會扯大黑，即係唞氣會大啲啊，急促啲啊，同埋心臟跳得快啲。吉完之後咧，我就覺得隻眼咧就係、是、睇視野，即係好似你會覺得感光度係高啲嘅，同埋好容易即係平時咧隻眼咧易攰啲，眼皮啊耷耷地，你會覺得好似成日想瞓覺啊。我就算你唔眼瞓，但係你個眼皮自然啊想垂落嚟。而家就冇咁易垂咯，同埋條頸係真係鬆啲啊！即係吉完啲針之後咧，你又會覺得好似冇重力狀態咁樣咯。但係你會 feel 到，即係啲筋嗰啲位係有插針，有少少痛啊嗰啲咁樣咯。咁但係就有冇話真係超有用又唔知，又要再睇多幾次啊！但係到而家目前為止，我未試過有一個係可以完全話哦，醫完真係越嚟越好轉啊，或者咁樣。跟住咧就又喺度，我因為我巡例都通常問每個醫生嘅，就係、是、哦頸啊、背啊呢啲問題係點醫啊？咁我話總共有幾個學派嘅，有啲咧就係由於骨歪就會影響到你肌肉即係運用唔正確，咁啊導致到痛啊之類啦，跟住又繼續歪啦。咁另一個咧就係、是、另一種説法咧，就係、是、由於你肌肉唔平衡。啊！一边净系用死某啲肌肉，咁啊，即系拉扯一边之后就久而久之咧，就拉到个骨歪咗。咁啊，两派学说，一个咧就系骨先系主因，另一个咧就系肌肉嘅就系先系主因。咁咧，所以咧就佢通常咧就两边嘅人咧都会叫你练下背肌啊、颈肌啊咁样。咁但系如果系用骨学说嗰啲人咧，就通常主张拍骨嘅。咁啊，跟住佢就話咩拍骨咧，就話咩有即係都係睇技術啦。有啲就即係拍得唔好咧，就有機會係仲痛或者點樣嚇嚇、啊。但係我自己都試過拍骨嘅，就拍完就好快又歪翻咯，同埋即係好似有啲治標唔治本，同埋每次醫啊幾秒鐘，冇誇張嘅幾分鐘嘅事咯。你會聽到佢啪啪啪。拍嗰五次，即系哦好啦，佢话你啲骨正啊，之后话下次再嚟复诊啦咁样啊。但系我嘅感觉就系好快又弯翻咯，又成、啊，反而系做呢啲针灸嗰啲咧，就好似系头痛系少啲啊，但系就耐少少吓。呢个系我自己嘅意见啊，唔代表系真正医疗嘅，戴定头盔先就我自己。醫我咁多次嘅感覺咯，同埋有時針吉完就會覺得真係就係、是、好似精神啲啊，個人就會有一種咁嘅感覺咯，所以我就會覺得係咪好似有啲用咯？但係你係怕痛嘅人係有啲係吉唔到嘅，佢有同我講，有啲人一吉就喺度嗌啊咁樣。我有試過去嗰啲針灸醫院，就係隔離啲人話好痛啊，好痛啊，一吉落去好痛啊，跟住個醫生就唔敢吉落去咯，就吉之後有啲人係咁樣，我啊冇事，我 at 都唔會 at 一聲，
我吉啦，我再吉，吉唔怕，我怕马都唔怕。吉我咁我吉我知我 O K， 我吉入啲啦咁样。好，你点睇？好嚟啊！俾翻波嚟啊，喂大哥！俾翻波嚟啊，喂！睇下呢球点啊？啱啱都有少少机会。奇迹发生啦！入，哇，吓死以为入啊，大佬，吓，呢下都争少少，真系争啲啲啊！梗系咁样咯，呢一个就系我今日去吉针啊，又系有分享俾你睇啊，人知道埋自己咩脉象虚。佢话咩要早瞓，佢话点早瞓咧？佢话咩中医就话咩肝经，佢话咩肝经要休息。话西医都有噶喎，咩西医咧就话咩嗰阵会分享分咩会产生啲咩成长荷尔蒙修复你身体嘅。佢话夜晚11:00嘅时候就最好瞓噶啦，啊咁又会帮你修复翻你个 body。啊！即系嗰个就系你嘅，好似嗰啲 Windows 维修程式啦。咁佢如果你夜瞓，你又冇启动到，咁啊即系你每日日日清咁啊好啲啦。日日日日扫描一次电脑，医得嘅医又会好啲。啊，几日先即系几日先早瞓一次，或者有啲人成年都冇试过11:00瞓，就成年冇做一次呢啲咁样啊，就会有问题咯。你点睇？你而家应该好少人咧，就会去睇呢啲，即系后生仔啊！你哋未去到呢个办公室嘅年纪咧，就好少可咧就会睇啲咩脊医啊成嘅。通常你小朋友，即系中学生啊，读书啊，小息啊，跑跑跳跳啊，放学又打下波啊。同埋都唔系点温书噶啦，系嘛？都唔会，你都唔系放学即刻对住，即系你唔会成日坐喺台啊，或者点样啊？放学又唔知去边度玩下先，咁啊比较少啲会有呢啲腰背痛啊嗰啲咩问题嘅。通常呢啲最大点样会产生咧，就系长期定喺一啲姿势。喺啲中学咧，通常嚟话咩转堂嗰时，你上去啲唔知咩室。科学室、音乐室、咩室咁，你又行下咁又系会好啲嘅。跟有时你又想蛇王啊，转堂又去啊厕所啊成啊咁啊，每半个钟你又去蛇一次，咁啊又自然又会松少少。反而你翻工咧，就啲人又唔系好敢去厕所，你唔会够胆40分钟唞一次蛇一次王蛇一次王啊咁样，就结果咧就久而久之啊。就是会有呢啲腰啊背嘅问题，所以就系想医疗腰背痛咧，就心态最紧要就系、是，如果你系翻工就一定系要得闲时啊王啊盛啊嗰啲咁样吓、啊，知唔知吓？得闲就要出去兜下圈，哇、啊！如果你真系惊老细啊，日日钉死喺嗰个台面度咧，就好容易出事吓、啊，知道未？所以就有呢啲咁嘅問題咯。之後仲有啲新聞係講啲咩咧？就係講嗰個咩啊？佢手問老細可唔可以去廁所唔使嘅嚇？即刻走自己去就得啦，啱唔啱啊？跟住咧就仲有啲新聞係講咩咧？就是、北韓咧最近咧就研究咗有一樣新嘅武器，就係咩輕爆彈咩叫輕啊？唔系话真系好轻啊嗰啲，咁啊就系化学元素嘅氢，嗨嘈尽啊，系嘛氢气嗰个氢，氢气球。咁啊呢个氢爆弹有咩咁犀利咧？就系、是、核弹嘅唔知几多倍，即系劲过核弹。之后咧，如果一炸落去咧，就唔知几多千公里咧嘅嘢咧，就会被夷为平地啊，俾个震荡波啊！即系大楼就话知你有咩大厦城啊，就嗰一忽咧6000多公里平方公方圆6000公里咧，就全部咧就夷为平地嘅碎晒，咁啊超级强嘅武器啦。
之後咧，佢仲有講嘅，佢話咩？如果呢樣嘢咧，呢啲輕爆彈喺空中引爆係仲勁。佢話揼落地下先爆咧，就冇咁威力大。如果喺空中爆咧，係零舍勁嘅。哇！死仔，咁咧就肯定係超出是死勁多人啊！成啊咁啊！近日咧就終於研究咗啦，因為佢哋咩核試。佢哋有核試成功嘅，佢話咩北韓咧就試到啊咩唔知邊度咧測到唔知幾多地震啊，唔知6.3級。佢話即係佢用一個細規模嘅啲試測試嘅輕爆彈咧，都已經做到6.3級嘅地震。咁即係如果佢真正咧發射呢啲咁嘅輕爆彈咧，就好大鑊噶啦咁樣。咁咧佢話咩飛彈範圍咧就勁廣闊嘅，就包括啦，即係日本啊、南韓呢啲咁近地方梗係射到啦，美國都射到嘅，仲有就係大陸啊、香港啊，差唔多啊，基本上。北半球大部分啫，國家咧都係射到曬，咁啊好似係得紐西蘭啊冇事啦嚇。得紐西蘭呢啲好似係瞄唔到，咁咧就而家就局勢好緊張啦，就話咩，通常都係咩美國佬話咩譴責佢啊，定點點點話咩做嘢，但我諗而家都唔知做咗啲咩咯，人哋都起咗嗰粒炸彈出嚟，你仲可以做咩？你揼佢，佢咪即刻嚼，佢咪即刻放嗰粒導彈出嚟炸你，咁啊第四次世界大戰啊分分鐘有，咁啊所以就。变咗一个几咩嗰啲两难局面啊，嗰啲咁样咯，吓、啊、你点睇？好大镬噶，嗰个轻爆弹，轻爆弹系即系佢话咩啊？系使用咗咩技术啊？报纸话咩核融合啊？佢话咧就咩核弹就系咩核聚变定乜鬼嘢？如果冇记错。跟住佢話呢一個輕爆彈咧，就係咩核融合，咁啊佢仲勁，佢係融合完啲唔知咩元素之後就再爆，咁啊最勁啊，啊，係啊，以前有最勁嘅炸彈武器就係咩沙皇彈。你知唔知啊？俄罗斯有讲过话咩冷战呢？如果佢输咗咧，佢就会喺个海中心引爆呢啲咩沙皇弹，之后都差唔多世界末日噶啦。嗰粒弹系唔知系核弹，唔知几多，又系唔知几多倍啦、啊。俄佬整得嘅就肯定唔渣噶啦，系超强嘅武器嚟啊！好似就系轻爆弹。即系而家研究咗咁耐，即系讲紧冷战时期啊！即系而家北韩就终于研究到呢个技术咯。沙皇弹好似系最癫嘅啦，嗰阵时就系美国佬好似都冇一粒咁黐线嘅武器。哦，美国佬好似都系得核弹。好嚟啦！不过核弹当时都系试验性质嘅，所以先至有两粒咯，一粒就咩肥仔，一粒就瘦仔。你知唔知啊？當時核彈有兩，即係嗰兩個就係點解一個叫咩肥仔，一個瘦仔，就係因為兩個形狀唔同，一個咧就係長條型嘅，一個咧就係圓氹哚肥仔，好似如果冇記錯係咁，一個叫 fat boy， 一個叫唔知乜鬼啊，瘦仔叫咩？喂，我識啊，啊 ，little boy 啊，人叫。啊，总之嗰阵时系测试咯，而家就仲有，即系嗰阵时未成熟，跟住抌咗两粒落去试，本身都系即系令日本尽快投降，同埋兼且做个实验啦，好似都系有咁讲嘅。呢个武器唔知够劲唔劲咧，咁样之后就即刻抌落去就系佢好似都有警告嘅，日本嘅，佢话我哋会掉呢啲武器噶啦，佢话。佢话你又如果唔信，我话你快啲投降，如果唔系就会掉核弹。之后佢话不信就你啊够僵就自己试啊，睇住办啦。咁结果就冇投降，佢咪即刻掉两粒落去咯。之后结果啊即刻投降，好似系咁。啊叫 Fat Man and Small Boy 系啊，我就系记得一个肥一个瘦啊，我啊记得系咁样。所以就係即係
武器嘅演变咯。嗱，而家沙皇蛋唔知苏联仲有冇留一粒喺度？仲有之前有睇过一单新闻，话咩？之前话咩？俄佬有谂过输咗就话咩要射核弹，就唔系话射沙皇弹啊？好似 Facebook 有篇文就讲话，唔知有个已经派咗任务啊，已经发咗 order， 之后话唔知射落去美国度，跟住佢唔知有个将领又冇执行嘅，就觉得黐线，即系觉得唔好乱咁射啊！呢啲真系地球会毁灭，违抗我命令之后就佢话就避免咗生灵涂炭咯。跟住就咩？大家要好好纪念佢，几靓仔嘅有个军官，有个俄佬军官。不过我唔知嗰篇文系真定假，即系我惊系嗰啲 content farm 嗰啲乱噏啊，嗰啲我就唔知系真定假啦。系啊，不朽之权嚟啊！如果你话掉咗，即系如果呢个世代有两个核武国家打仗系斗肥核弹，应该都呢个世界都玩得完啊！已经冇咩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啲，已经系直接系最后一次啊！第三次亦都系最后一次啊！分分钟就系、是、啊，俾咗上去，叫咩啊？越位。又系咩第四次啊？第四次，而家你话而家系打第四次世界大战啊？而家第三次啫嘛，大佬啊！上次系咩？上次打完系1945啊，第三次系边次啊？你想计啊？嗰啲咩寒战啊啲，你想计啊？都可以咁计嘅，你可以话咩北约打啊嘛？北约同咩苏联打你都可以严格嚟讲，我系计第三次嘅，系嘛？喺又转个游戏，斯达辛苦各位队友啦。呢幅图咧系由绿帽橙汁兄弟所画嘅，请等等，转个头先，请等等。
边位生日啦？蔡蔡子生日快乐 ，CSLOL 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余美诗生日快乐，煲医生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谦谦生日快乐，陈志聪生日快乐，仲有呢？薛慧颖生日快乐，少云 BB 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天鹅鹅生日快乐，仲有呢？万豪生日快乐，李康浩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啦！天鹅鹅咩咯？你我唱啦，系咪同孙燕姿好似？吓？天鹅啊啊啊！啊？啊系咪我有得好似啊？啊？好，我哋开始啊！咩好好听啊，系嘛？天鹅啊，咩落下？鹅啊啊啊！后屘我唱好听好多啊，系嘛？吓？点解佢唔系咁斩？我觉得佢应该整一段系斩喺度，鹅鹅鹅啊啊啊！天鹅鹅鹅鹅得太少。喺屙嗰两全首歌屙得嗰几次吓，啊、好上次玩到边啊？揸车打死咗啲木嘴之后，而家要去边度啊？我都唔知道，我都唔明阿萨夫呢啲人有咩领袖魅力嘅，佢专拣弱者俾佢哋力量，然后俾佢哋找到使命。使命听起上嚟咧就系好似招摇撞骗一样。我哋而家就要去呢个塔啊！点解你会惹到佢嘅使命？我唔系好想同佢倾偈，睇嚟佢对你好有。我哋就要去呢个塔系嘛？唔好提啦。当时系好有用嘅，但系不如讲多啲啊！你哋系咪有路啊？或者酒后吐真言咧？你要唔要同我一齐爬？但系我哋要有个人嚟防范阿萨夫。哇 ，cool。好擒上去啦！而家就系擒上呢个巨塔上，点样登楼啊？一睇就知擒呢旧嘢啦！喂，低 B 仔，飞上青天啊！咁鬼难拱到上去，跟住点啊？飞索，切！伸出手时就可以安心跳跃。佢点几嚟？点为之伸出手啊？啊，咁样就可以安心。跳啊！啊，好嚟啦！再擒。好，跟住要点爬呢？爬上棵树。Easy， 你在上面好唔好啊 ？So far so good 啦。而家就要爬呢度啊，越嚟越高啦。哎呀，跟住要行去边啊？呢一个位啊，跟住咧，好有个好靓嘅窗，盖上，仲有几耐先到塔顶啊？已经差唔多到塔顶啦，而家应该要飞落去呢个飞索，哟呼，好。泰山，好啦，呢一度根本唔使飞啊！你就咁攞只脚踩落去，揈多少少，肯用压力都 OK 啦。好，
系咪可以咁样影张相？我想知道。哇，吓得我。好，我想做，我想做一个，有冇可能影到个表情？呢、這个影唔到。但系如果咁样爬落去，就要由头爬过，因为我哋上高啲先。如果唔系好麻烦。哦，大杀！哟哟，哥啊，又白痴你啦！每次一开头就要开影相模式，点解佢唔肯咁样？可唔可以 save 啊？佢咪低能啊？大佬，你可唔可以同我储存咗？即系我每次冇理由啊，正常佢应该 save。哇，低 B 仔吓！啊谢天华呀、啊，冇时间仲影相，呀好，啊呢一个相啊 OK， 睇下先，放远少少，呀对住宇宙放屁，对住自然放屁，哦，啊你啊要有见到少少天，哦，吓呢一个屁啊特别爽，影翻张相先。好，等等啊，成日好鬼难揿，睇下先。好，试下只怼近啲，睇下先啊，要再试嘢。OK， 睇下先啊，怼翻正少少，去到最近嗰点哦。泰山放屁呢一张相，诶、哎、呢、這个太低入冇嘅，诶点样拱近啲？好啦，够近啦。泰山放屁，跟住咧就要整个表情，表情。面部表情嘟嘴咯、啊，呢、這个都 OK 嘅。周公正经，可恶，恶心眨眼。微笑，点解佢微笑极度狰狞，露齿笑无嘟嘴啊？呢个啊，放屁真爽啊！啊，好、啊、隐藏界面，睇下先啊，睇下仲有冇啲咩可以教，睇下先，有冇啲咩靓啲嘅嘢，优雅。呢、這个太蓝帽啊，鲜艳啊，太核突。边个好呢？冰雪女王、泡泡乌龟，系是但啦，乌龟啦，乌龟啊，女泰山放屁呢一张相啊，叫做病咩黐孖筋吓，有咩问题啊？差唔多啦，跟住咧飞去呢度啊。Here's our three symbols. 呢个三个符号都喺度，冇谂到咁快就搞掂啦。啊，湿婆嘅斧头，我嚟睇下先。Aimed right at those Hoysala ruins. It's an 系霍萨拉嘅城堡，就冚喺山腰度。我就记喺地图好啦，画把斧头。呢个咧，第二栋门就系，唔知系咩嚟咧？以供未来参考，画画画，好一阵一次我睇下佢画啲咩鬼画，跟住咧到呢度啦，好睇下宫之门有啲咩啦，有一座古代堡垒喺地喺湖中间，好我就喺嗰度画支弓箭好啦，都冇画到呃鬼啊，跟住咧呢度仲有冇咩调查？啊！呢啲咧冇嘢嘅，啊，走得噶啦！诶、欸，仲有喎、
呢个系咪开过？忘记咗最后一栋三叉戟之门，又一座古代堡垒，就喺嗰个瀑布后边。我哋画个三叉戟啦。仲有啲咩？咁跟住咧，又生咗支嘢出嚟，天花板啊冇咩嘢。啊？点拱啊喂？好呢度，继续拱啦。有咩机关啊？自己上落去，哇！喺度我爬上嚟之前，应该揾个电梯掣啦。哇，好高啊！横啊！跟住咧，而家我去边度啊？即系搞掂啦！架车喺边度啊？喺呢度。好，搞掂。叮！即系要去晒呢啲遗迹啊！啱啱爬上去有冇收获啊？梗系有收获啦！我揾到三个符号添啊！真啊！每个符号代表唔同嘅堡垒，呢啲地点最有可能有线索噶啦。我而家要去嘅系，哇！咁多地方，咁鬼复杂啊！乱咁行啊，去到啩应该？佢会唔会有？系咪铲上去呢度啊？啊？跟住睇下地图先。诶，而家呢度会喺前面有条桥系咪啊？可以过去。OK， 加速。你系军事专家，你觉得阿萨夫嘅策略系咩？佢将兵力分散，想喺半路截击我哋啊！如果你是阿薩夫，你會怎麼做啊？除了剃了鬚之外，你在後面就讓你做粗重的事，在最後搶走個象牙，當然是真是夠搞啊。這個務實的做法可以減輕很多的傾這個車這麼像我們昨天早幾天玩那裡，是不是這裡到處都是人，姑且揾下啦，呢度系新地方嚟啊嘛。喂，听到都话黐孖筋，边度啊？睇下先，揾清个敌人先。应该唔喺呢度。好，喂，傻仔棘喺度真系弱智，一嘢打落去啦！你入去，伏低。好，夹出嚟啊！哇，点解支枪射得咁鬼窒？唔系 AK。好，吔菠萝啦，木嘴，哇，救命啊！哇，黐孖筋，有冇枪换先？咁 AK， 好，入弹啦喂，好，碌过嚟先，打修罗闪梦，暗度陈仓，你个木嘴，好，打爆你个贱人，啊，好 ，You will be sorry for that， 关啊！好，呢个木嘴，跳，阿修罗闪木，压上去，睇下边边有掩护物，碌过嚟，呀呀呀呀呀，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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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木嘴，哇，黐孖筋，打路喂，可恶，哇，黐孖筋，我会输，好。跟住咧，哇，仲有，唉，死咗！啱啱执谂住执个炮台，争少少。喺呢度继续，好，即刻执炮台。个木嘴喺边啊？咩啊？空喺呢度，挂噶啊，挂噶，挂噶啊！这下有趣了，吔屎啊，挂噶！我自己有，跟住咧。低 B 啊！呢个炮台冇帮我挡到子弹嘅咩？好，哎呀，玩了我哋安全啦 ，good。滚，睇住啊，滚啊！点样去翻？冇，例牌一定我射自己又影翻张相啊！咕咕啊！嘟嘟，咕咕，好，
嘟嘴蛇姜啊！点样先我睇得清楚冇啊？点解佢咁近？我镜头自咗像吓，好，姜姜姜，好，对准镜头 ，zoom 近多少少 ，OK， 视野冇计噶啦，系咁上下噶啦，吓、啊，击杀战女啊！吓、啊，好吃懒做嘅队友要受到惩罚，咩、啊？好白痴，有时揿得多啲影相模式，嗰啲脑乱七八糟。啊 ，OK 啦，就咁啦。关嘅啤咩啊？好唔满意啊！吓、啊，死仔包，跟住咧抄呢、這个。好、啊，有啲咩嘢啊？咔咔咔咔咔，嗯，唔喺呢度，啊到啦。咔，跟住咧呢度，诶，啱啱唔系呢边啊？好，开到，开锁了，有咩啊 ？AK， 好 P90， 吉28粒子弹，我呢个仲好啦，但系呢支系咪瞄得好啲？是但啦，呢支应该劲啲啩，喺呢度。而家点做啊？好，嗰度墙睇落嚟几脆弱噶喎。喂，按住 R 一调整菠萝啊！吓、啊，咁样掉落呢个窿啊！哇，救命啊！哇啊！好，你睇下啲咩封住？诶、欸，呢度有个咩咧？系咪有得攞啊？你嗰个唔系呢三个符号入边噶喎？我哋要专心啲，有机会赚啲外快啊，梗系唔可以错过啦。Stay focused， 点知系咪古董嚟嘅呢啲？好、oh, ，又炸烂咗啲一级历史文物了。呢度有三叉戟喎、哦，系咪呢个啊？系。嘿，你有冇发现呢一砖石像有啲咩特别之处啊？佢攞住三叉戟系我哋个标志，而且佢指住嗰个遗迹啊。Well done。好彩我仲有啲用啫。佢指住咩遗迹？哦，呢一只手指啊，佢只拇指指住边度啊？指住前面呢嚿嘢啊，跟住咧，认低佢先，佢只，跟住咧，搞掂啦！呢一度仲有冇咩要攞噶？啊，冇啊，跳落去咯，似乎都冇啦，系嘛？呢、這个遗迹应该都冇噶啦，系嘛？啊？呢一头，啱啱我哋就喺呢度入嚟，呢度咧， interesting， 真有趣啊！系霍萨拉嘅钱币啊！呢个唔系我哋收嘅嗰啲符号之一，或者我哋可以攞去卖嘅。好，放好啊！但系佢唔系卖，哦，放好系指放落自己嘅袋。你有冇发现啲咩啊？系某啲钱币咧，系霍萨拉嘅文物，有咩用？用啊，冇用。不过我想唔想要，梗系想要啦，吓、啊！炸砖像啊，哇！真系，啱啱我知点炸，攞菠萝啊！我有冇菠萝啊？呢一砖啊，炸咗落去，你讲真定假？吓、啊？炸落去啊！我冇菠萝喎、哦，肥佢啊得，诶肥唔到啊，掹枪先，棍啊唔得喎，吓、啊、假金币之前要收集晒一个，咁呢个收集咗应该都冇噶啦系嘛，咁行咯，一系攞呢支肥下个砖像咯，呢支枪，哇啊大逆不道。OK 啦，行得。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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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而家我嘅手枪系边支啊？得翻三支 machine 枪都冇用噶啦，换啲弹药多少少嘅。我冇啲好嘅手枪啊，木嘴吓。呢架车有冇咩偷？冇，我哋揸车就得。波波，啊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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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嗯，好，
而家要去边度啊？好，查咗一格，跟住要去嗰个石雀三叉戟子嗰个隔篱啊？定系边度啊？唔系喎，呢个三叉戟系咪已经去咗？定系点？要再行前啲啊？是但啦，再向前啲睇啊，有啲咩？Right, you're the military expert. What's the serve strategy here? He's spread out his men, hoping to stop us. Not what I would do. 所以搬到辣椒，我哋点解你系机械人啊？呢啲嘢你知唔知？你啱啱几分钟前讲过啦，低能仔，等你辛苦做嘢之后，最后抢咗你个象牙 ，blah blah blah， 真系狡猾噶咋？呢个系好正常嘅做法。Lucky you on my team. Well.Sorry, 我失陪一下。好，系咪行呢边呢？因为呢度个地图好似仲有个遗迹喺呢度。你系咪低能啊？只脚有残障啊？系要喺嗰边行啊？好白痴，可唔可以行快少少啊？好似食个猪油膏咁啊？吓？啊、我哋啱啱讲到边啊？唔好又重复得唔得噶？你个阿萨夫点啊？啊系啦，佢手上有好多资料嘅。哇！呢棵树几靓，点解突然间有棵咁样好似樱花咁嘅嘢？啊！我哋铲上去啦。嗯，喺呢度又唔得，又要行啊。等我一阵啦，我等你。系咪喺呢度咧？唔系喎，唔系呢边喎，啊？应该系点样行嗰度啊，大佬？应该行啦。睇下先，系咪前面靠左有座塔啊？有人话迷路了。B 呢一座咯。呢个你记唔记得有座塔啊？但系点样上去先系个问题啊？你记唔记得呢一度有个有啲类似遗迹咁嘅嘢？咁我哋要点样上去？除咗啱啱喺呢个位咁样呢度兜上去，铲上去啦！求下你俾我用车上，唔想行啊，因为好嘥时间。OK， 诶、欸、，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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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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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吧！应该啱路啦啩？睇啊，有阿萨夫嘅卡车，有趣嘅圆形主题啊，瀑布都好靓，我哋应该嚟啱嘅啦。呢个卡车有冇啲咩偷咧？擒上去，诶、欸？有啲有，但系咩都冇，好白痴！你一见到佢好似系呆咗喺度发呆，唔知做乜，喺度发吽兜啊 ！Check it out， 系象神嘅三叉戟啊，同塔上嘅符号一样。象神破除障碍之神，咁谐音啊，系咪有押韵？大门山冇未啊？未啊？等个眼镜蛇八号。我哋最好保持安静 ，copy that。好，喂，棘住做乜啊 ？What the？ 哇个个，好仆低。我丢翻。好，后边冇人。各位啊，喂，低 B 仔，黐孖筋，收你啊，贱男人。边度有人啊？匿入去先。啊、oh, ，好惊啊 ，so scary！ 佢都几串啊，呢度啲人讲嘅，打落去，哇，死仔伯 ，sniper！ 边度有 sniper 啊？好，有木嘴，好换枪啊，木嘴，哇，黐孖筋，好，呢度好危险啊，六个，喂，白痴仔啊，低能到冇人有走嚟咁样爬，而唔系攞。好，木嘴过嚟死啩，收档啦！哇噶，扫到你稀巴烂，冇晒子弹啊！好，呢度有木嘴，六个啊，契弟，六个，打
打你变猪头，低能真安全，碌啦契弟，你入去，你入去啊懵丙，哇好白痴，极蠢，喺度跳咗喺原地跳，唔知跳乜，大门闩好未啊？吓、啊，呢度有个木嘴一号，先怼冧佢先。What's that？ 唉，低啲仔，佢睇到我哋啦。边度啊？好白痴，点解佢成日喺度爬呢、這个？佢系咪喺度玩？做得唔空多，我真系扮孙悟空啊！睇得多《西游记》定乜鬼嘢啊？边鬼度噶？后边，咣咣咣，好。擒上去先，嗰木嘴啊，攞重机枪系咪喺下低肥紧？好，啱啦，过嚟啊！最怕你唔嚟啊，入个子弹，哇，走啊，仆啦，好，呱呱呱呱呱呱，哇，黐孖筋。嗰、那个有重装甲，我要射，我成日执唔切嗰粒菠萝，如果唔系就睇下先。呢、這个楼上我系俾边个木嘴发现的？第一条友系呢度有冇契弟咧？上去睇下先，可唔可以潜入去？诶，呢度有个木嘴一号啊，但我应该点做咧？诶、欸，低 B。好、oh, ，佢发现到有人啦，会唔会有人过嚟呢？好、oh, ，入嚟啊！即刻强暴你，有本事过嚟啊！契弟 ，Did you find something? Nothing, nothing. 走啊！好、oh, ，Go go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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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oh, ，上去一格。OK。好，搞掂，执子弹，匿埋，好，落翻去先啦。哇，哇，匿入去啦，木嘴，个奇怪，呢度咪有人咧？呢、這个蠢材准备机强暴了，过嚟啊！唔够胆 ，nothing， 你系发鸡盲定咩啊？nothing 啊！好，唯有散弹枪，匿埋先。One of ours is down. We are not alone. We are not alone. 好，入去啦，契弟，强暴你噶！好，有冇嘢执 ？OK， 冇，得嗰啲烂鬼自动半自动手枪。好，呢度暂时安全啊。后边有冇人？冇，呢个山头嘅人已经死清光。啊，听到有啲水声喎，上一上去先。之后仲有咩人呢？索迪，前面睇唔到塔有咩人？诶、哎，有人啊！呢度有个木嘴一号，系攞机枪嘅。至于嗰个重装甲手，未知又喺边度。而我最安全可以行到过去嘅道路系。系咪靠右边嗰度行安全啲咧？定系直接射落去？呢、這个人啊，钉得好紧啊！咩 sniper？ 嗰个系 sniper 嚟咩？前面有两个人喎，佢而家系咁喺度巡，我都好难行。诶、欸，嗱，有三个 ，over there 有四个。好，我都冇时间去慢慢同佢。嘥时间，好喺呢个草丛，我匿埋暂时。好嚟啦，应该系怼，照目前情况系要怼冧咗呢个木嘴先嘅。如果唔系好难搞，仲有 sniper 喺楼下。吓、啊，行呢一个隔篱嗰个塔就似乎冇咩用噶啦。胆大心细，面皮厚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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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好，杀咗佢先讲啦，见到人就。
睇下低，下低有咩啊 ？Another man down， 边度啊？边度系下低啊？木嘴，喂呢度啊，好行过嚟呢边先。我呢支枪系冇特殊能力嘅，我呢支枪系冇话特别有乜瞄准 zoom 近啲冇。咩 find you 吓死咗！哇，呢个要点啊？好惊啊，大佬！呢个系追击手啊！哇，呢度仲有个木嘴。Look down there， 我冇菠萝，问题系如果我翻去执菠萝有呢啲时间，隔篱咧，隔篱仲有啲畜生，系咪怼冧咗嗰啲先咧？兜过去咧，好 ，go go go go， 咩入草？好入去 ，go go go， 嚟吧，好，擒过嚟呢边，似乎冇人，但系点样擒上去呢？有冇得爬上去啊？呢度，吓，唔得。哎，有木嘴啊！过来啊，过来啊！啊！拜瓜，点解啊？喺边啊？夹出嚟啊！好，杀咗啦！边度啊？哇，大镬！碌过去，谢天华。好，谢天华战法。仲有咧？呱呱呱呱呱呱呱！超级无敌，单手射死你！哇，黐孖筋啊！佢一嘢铲打张白嗰落街啊，近距离，黐孖筋点玩啊，大佬？诶，呢个 Cobra A， 我先杀咗个木嘴先，呢度有个木嘴啊！我一开头衰在冇执呢度有个菠萝，过嚟啊！傻仔，睇下冇嘢执先，佢呢有冇菠萝啊？冇，跳。执咗呢个子弹 ，OK， 好，跟住就下低有个木嘴，有两件啊，好，嚟啦 ，Hang on， 低能仔，低 B 啊，掉爆你啦木嘴，攞呢个晒，哎有菠萝。执菠萝啊！喂，粒菠萝弹咗去边啊？好，咣啊！一嘢变肉碎啊！好，咣咣咣 ！OK， 干得好。过嚟啊，木嘴。好，边度啊？楼上。好，喂，黐孖筋上去啊！白痴。好，过嚟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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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有一粒菠萝，唔好浪费住。有本事过嚟啊，契弟！你班懦夫。好，好，准备啊！哇，雷都爆！哇，黐孖筋。点解我会俾人发现咧？一开头黐线。总之一开头嘅关键就系攞咗嗰粒菠萝啦，然后咩？然后就有机会可以炸死嗰个木嘴，同埋攞散弹炮，可以保平安。强暴你，好，系直接落去楼下啦，因为方便啲。佢好似冇得凌空嗰个位，唔适合凌空打死佢。We have company， 喺边啊？嗰个木嘴咧 ？OK， 有两个人嘅喎，应该。好，奇怪，点啊？擒过去啊？呢个时候，下低好似有嘢执喎，会唔会喺呢度？
追击枪，灭喂灭声手枪啊！我想攞，唔好喺度同我玩啲低能游戏好唔好？好嚟啊 ！OK， 擒得上天台。好，但我追击枪咪要唔要一夜 snipe 死佢？好，准备啊！呢、這个唔系追击手嚟嘅，呢、這个系普通机枪手。我哋揾个 sniper 出嚟 ，sniper 好似系白色，个样系唔同啲，系佢之后边有一个，唔系呢个。呢、這个唔系啊，机枪手嚟。我记得啱啱呢条，诶、欸、呢、這个唔系喎，呢、這个散弹佬。见唔见到边个机枪手啊？呢、這个又系机枪手，冇 sniper 喎、啊。是但冧咁啲嘢，攞慢慢攞啊，攞支手枪杀紧啲木嘴先，留下冇人啊，冇人啊，行啦。好白痴，救命啊！我条友真系弱智到交关，碌落去唔系，喂 ，I saw something， 你睇错啦，木嘴 ，nothing 咪 good 咯，咁咪聪明咯，证明你，哎、欸，见到啦，嗰、那个系咪追击手啊？系啊，光啊！好 ，He's down， 追击王，刮，芝麻筋，仲走，哇，点解仲射到我呢个位置？你不如九龙，你入去，入个蛋先，好，追击王，刮啊，好，边度啊？木嘴又攞散弹棒我啊！见到个畜生，光啊！一夜爆头，呜呜呜！光啊！就死啊！阴公，入个子弹，冇晒子弹可以入添。啊！光，木嘴芝麻筋。啊！光啊！哇死啊！唞下先，你个贱种！呀，小华黐孖筋边度啊？你入去呢度先啊！佢呢啊，落去啦，契弟，仲喺度玩马骝戏。哇，低 B 仔，嘣一声嗌，好白痴，极度弱智啊！玩马骝戏，仲喺度擒住射啊射落去，唔干手净脚，唔知喺度做乜。Don't know do what， 啱啱就系杀漏咗嗰两个木嘴，误咗事，怼落去啦。仲有嗰个咧，好白痴，强暴佢啦，个死仔爆好弱，鬼唔知咩，就系你喺度摸嗰支柱，摸到死啦 ，spotted us， 就系你劲弱智，知唔知啊？吓、啊，就系、是、你自己累啊！唔好喺度怪咩 spot 啊 us， 边度啊？好、啊，狠追光啊！过嚟啊！夹啦夹啦！光光，哇！黐孖筋。咁都唔死啊！好上去先，你班哇正人出手，哇黐孖筋低 B 啊，好白痴 ！Fraser 好弱智，次次都系衰喺啲低能位度。佢一开头直接拗落去咪好咯，躲在掩护物好回复生命。讲埋啲废话。我谂到一个方法玩，我话俾你听点啊！首先怼冧咗呢个木嘴先，啊，跟住咧呢支枪咧都可能废嘅，
跟住点做呢？跟住咧就即刻攞支散弹，诶，过嚟啊！你过嚟都好噶。有好白痴，佢见到我啊，点算啊？刮啊！即刻落去斗肥，个木嘴二号咧，边度啊？你帮我射，唔该你射好啲啊，大佬。哇！黐孖筋，刮刮刮刮，木嘴啊！刮刮刮，爆头啦，木嘴！刮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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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到你喐唔到啦！好，攞支散弹炮先，散弹最好用。啊？边度啊？过嚟啊！过嚟啊！滚啊！好，傻仔二号过嚟啊！快！仲有咧，三号咧，傻仔三号喺边啊？喂，唔好挡住啊，契弟！听到啲喺度卜卜卜卜卜，我都熬底攞咗啲支枪。哇，黐孖筋，走啊！哇，好白痴！逛逛逛逛，好！哇，契弟就一波，走啊！马骝气，快跳！空中奇袭，打爆你个头！啊！啊！好白痴，我死咗，揿满咗条气气，我瓜老陈系咪黐线？其实应该攞一支木嘴枪先嘅，因为咧你就可以攞支木嘴枪咧。肥死咗呢啲木嘴，唉，疏心肥啊 ！check it out， nothing go for there， nothing， 啊 ，OK， good。走啦！点解我睇唔到路？系咪低能噶？又棘住咗，唉！好唔好啦？先过去怼冧咗木嘴一号先。好。嗯？嗯咩啫 ？Yeah, OK。强暴力！好。木嘴二号去咗边啊 ？You got anything? Yeah, over here. Over what 啊 ？Look around, people. 诶，佢俾人发现咗啊？点解黄色？佢好，跟住 ，Look around, people. 好，上落去。好。You must be close. You must be close. Yes， 佢哋背脊嘅木嘴。OK， 而家系大开杀戒定点？执起支散弹枪先，因为我知道啲武器劈喺边。好，喂，支咩咧？支追击咧？我劈嗰支追击枪，白痴！大镬了，惊搵唔翻。好 ，OK 啦。而家准备大开杀戒，首先要做而家有粒菠萝，睇下先啊 ，nothing， I have nothing， 好，好布喺度，怼死个 sniper 先，定系攞支消音手枪搏一搏啊？暴穿羊啦，木嘴。反正唔nothing。有发现有个木嘴，哇系。有冇可能一嘢掉菠萝炸落去，炸到你？吓、啊，即刻死全家，有冇可能？啊！我嘅神枪技术仲可以嘭多几个嘅。好，但我一惊行呢个独木桥，佢发现智，佢出现智力人。
出现智力低能的行为。好，来啦，好白痴，居然咁样望，真系蠢啊！加零一，哇，好白痴，我想踎低佢，变咗咁啊！唉，好弱智。勒丁，走啦，契弟。Sniper， 哇，落去啦，仲玩马骝戏。No， 争少少。一定要攞一支枪，差唔多，快少少啦。好 ，check it out，OK。喺边啊？喺边啊 ？It's gone。好，夹入去啊！木嘴最后一次玩，喂，听过。Something over there. Go check on it. Sure.哇！大镬了，哎，你个木嘴，你个贱人，黐孖筋啊！边鬼度射啊？个木嘴啊，打落去啊！接好白痴，过嚟啊！有本事过嚟啊！强暴你啊！木嘴哇！白痴中一下个肚冧咗，系咪白痴？啱啱我铺其实玩得最好嘅，攞一支手枪，因为佢好弱智，佢唔识踎低，一揿掣啊，自己要射落去玩马骝戏。好，上去啦，契弟，快快脆脆走走啦，打落去啦，阿乜啊啊啊啊啊，勒丁咧嗰个。Watch yourselves. Watch yourselves. 过嚟啊！点解见唔到佢哋？佢不顾望，诶呢度啊，勒丁，嗰个勒丁佬喺呢度。另一个木嘴去咗边啊？吓？唔理啦！嘎！好，执菠萝，执散弹，执啦契弟。跟住，好入去，狙击枪，消音手枪，好出翻去，出去啊白痴，唔好成日玩啲马骝戏啦，腾出腾入，见到啊猛，好，狙击手枪喎。哇！哎，边度啊？咩 ？What's that 啊？边个？呢度？呢个打靶仔。哇！佢喺隔篱都冇事。咣啊！好白痴喺度行嚟行去做乜咧？你系咪低能啊，拿丁？咩啊？嗰个大镬！哎。失去咗信心，咣，仲唔死？黐孖筋，唉，失去咗信心就系咁大镬，睇又似嘅，咣，吔屎啊！低 B 啊，唉，大镬了，碌落去啦，唔好玩马骝戏好唔好？喂，唔好 kick 住啊，低 B。入个子弹先，007入子弹，黐孖筋，掉粒菠萝，过嚟啊契弟，好，滴滴滴滴滴 ，bang， 死，黐孖筋。揾支散弹同你玩啦，木嘴，刮啊刮啊，黐孖筋，
哇！佢系低能啊，走啊！好霸之系唔到上，低 B 仔攞散弹白个头，佢唔系中咗下菠萝都冇死，系咪黐孖筋啊？低能、啊，你呢个 Cobra A 要多一粒菠萝先至够做啊，两嘢。总之呢度要玩得好啲啊，唔使讲咁多。嗱，丁佬同埋隔篱嗰个喺边啊？哇！佢见到个立丁佬啦，系好白痴，咪走啊契弟，佛都有火，哇啊 ！Rambo 式战法，边度啊？左右机枪佬喺边啊？首先我要行机枪佬反方向，哇系 ，OK， 走过去，走过去 ，Go Go Go Go，Come on，Come on，Baby，OK，、okay, 好，睇你班友仔点射。好，呢度有个木嘴啊 ，OK， 喺呢度咁样玩就死硬啦，俾个机枪佬肥啊，玩完啦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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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滴滴滴滴滴滴，哇，你木嘴打我，执菠萝执啦执啦执咗未啊？嗰粒菠萝，好，跟住咧嗰追击都要冲噶啦，哇，边位度啊？做咩事啊？玩马骝戏啊，大佬！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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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好哇！有人攞散弹棒嗰个一下黐孖筋，我得光啊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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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上去，射啲滑箭板匿入去。好，啊个机枪佬喺度射啊！啊木嘴啊，肥婆奶奶睇清楚先，机枪我喺左边，右边有咩人啊？右边有木嘴二号，黐孖筋你做紧咩啊？木嘴，行啊！好白痴啊！唔会揸得住咩？黐线！之前明明嗰个 hold 住啊，其实都差唔多，其实咁样玩可能仲劲。我系擅长喺度战斗嘅人。先怼冧呢个先，之后下低个咩勒丁，就怼冧个勒丁佬，系咪应该杀咗呢个木嘴先？啊 ？Hang on， hang on， what's that？ 好，佢过嚟啊！望走啦 ！Shut the hell up！好，强暴你，好过嚟怼冧呢个，有冇咩啊？机枪，诶，嗰个散弹佬咧，有菠萝啊 ，OK， 执咗先，跟住怼冧呢个契弟，唔好棘住啊，八婆，知唔知我要出去射人啊？错失咗机会，我斩佢全家。佢中 ，OK。跟住咧，仲有边度？啱啱见到佢嗌啦。好，百步穿咗。停喺度啊！佢哋轰啊！一定有信心，信心之父。你知边个系信心之父啊？啊，就系阿伯拉罕。等呢个木嘴夹出嚟，我啊砰都啪都佢一枪，打靶仔夹出嚟啊 ！Sniper， 好呢度有重装佬射佢系冇用嘅，除非我连续爆佢两下头，但系我认为近乎冇可能。呢、這个木嘴有冇可能喺呢个位白步穿杨佢个头？啪！我爆咗头盔木嘴啊！唉，刮！好，发现有木嘴 sniper，
Die！ 你个贱种。喂，大镬了。啊？喂，咩事啊？边个啊？听到一下砰砰声，散弹枪，攞翻支散弹旁身先。啊？光啊！光啊！执啊！执散弹啫，发飞入子弹先。哇哇哇！上到嚟一班契弟，入弹啦、啊，木嘴。那丁系帮我睇紧水啊！哇！好。光收射，光。喂，大佬啊，你唔好黐埋嚟啊！拜托你 ，not great， great。呢度冇木嘴，哇，有菠萝，执咗未？啊，入菠萝啊，木嘴，哇，黐孖筋，你个木嘴贱种，东京贱种。低能啊！救命啊！入去啊！木嘴！哇！我仲喺度影，揿咗掣影咗相，应该要骨白之碌，骨死掣包。我去玩得几耐，大佬？哇！黐孖筋，上去啊！你唔系咁蠢啊！救命啊！呢条有弱智啊！及咗去玩马骝戏啊！系时候，好、哦、你入去，你唔好跟埋嚟啊，契弟，怼死佢啦！入个子弹先，射个菠萝啊！契弟，啊！打里边猪头，打空气，快少少啦，契弟。补血啦、啊，契弟！卜卜卜卜卜卜，嗰、那个机枪佬咧，嗰、那个贱种咧，菠萝，好、啊，换枪啦、啊，契弟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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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拜光啊！哇，冇事啊，你个黐孖筋，光低边仔。低能上翻去啊！上去啊！做乜啊？哇！咁近佢嚟炸都唔死，系咪黐线啊？系咪喺楼上攞散弹掟佢仲好啊，大佬？嗰条友系完全铁皮人。喂，低能两粒菠萝咯，但系嗰粒菠萝系冇用到啊！黐孖筋，我而家决定要快玩，讲真，因为我已经。掩骨低 B 仔，可以跳去呢个位置，十大弱智。哇哇！好，仲有啲畜生咧，出嚟啊！出嚟啊！出嚟啊！诶、欸，唔会有冇任何畏惧？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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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Here we go！ 好，再嚟 ，Boom！边个攞散弹枪啊？棒啊！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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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过嚟，跳跳跳跳，原来永远嘅朋友。跟住咧，呢度有冇木嘴 ？Here we go，here we go！ 你知唔知我匿咗喺边啊？傻仔！好，前面已经冇人啦。哇，系匿翻入去先。隔啦。隔出嚟啊！畜生！诶、欸，低能仔，喂，你唔好射佢，俾我崩佢只脚过嚟啦，贱种！好，又干掉了一个杂碎。好，过嚟啊！过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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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劈！哇，黐孖筋边度啊？啊！狙击手，光啊！吔屎啊，契弟！啊，都冇事啊，嗰个人，好白痴！欧元了，最后一次真系白痴，
咩佛瑞兹，即系弱智啊，臭噶，点玩啊？躲在掩护物后边，好鬼烦，好白痴，整唔切嘅，好鬼戆居，好，哇系，好白痴你啦，咁样唔打佢，喂，去咗边啊？十大笑话，走啦，木嘴兜落去啦。前总呢好，呢支枪都好。哦，好搞掂，射得好开心啊！哇，点解我会死？我缩咗入去噶，咪低能。呢次真系认真玩最后一次，唔好再搞咁多，认认真真。在呢度先殺咗第一個木嘴一號，因為一定是要咁噶啦。之後冇一塊噶啦，跟住咧一系就攞手槍，一系咧就打死咗木嘴二號先。嚇、啊，係得兩個做法嘅啫。好，上去啦，契弟。好、啊，二號咧。好白痴，最大问题二号成唔知走咗去边？诶，二号被强奸吧，执菠萝执，我有冇执到支散弹？系冇嘅，几戆居吓？点解会咁低能？做咩啊？执啦，佢哋好白痴，而且呢度都唔知点望。好啦，到呢个傻仔，哎，咩事啊？爆咩粗佢吓？讲、啊、粗口吓、啊？用阿老都知擒呢度啦，唔系走去同埋楼上都有嘢爬噶嘛？个木嘴去边啊？啊！佢见到 ，keep looking。喺边度啊？我傻仔啊！好，过喺呢边夹夹先，都系唔见人喎，咁冇计啦。诶，啱啦，唉，好白痴，真系好低能，十大弱智行为，光啊，夹出嚟啦，契弟，唉、哎，死咗好啊，你死你事，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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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啊！入弹啊！木嘴，黐孖筋，个机枪有嚟到我死硬，喺上面掹多几个木嘴先，黐孖筋，哇死仔，攞有嘢开引化，系咪低能啊？点解成日杀头三个已经咁难呢？吓、啊？有冇咩方法可以极速怼冧？死啊！吓、啊，你有冇个有冇咩方法可以？呢三个人系点样？收爹啦！登登乜啊？登嗱、啊、丁佬咧，落去啊！有时叫你乖乖地，又唔肯一次我落。强扑拉入去，好白痴唔识拉入去系咪？蠢到加零一啊，大佬吓？如何点解佢咁死蠢吓、啊、？Look at people， 睇尸啊，过去啦、啊，你唔使 check 下条尸啊，过去夹下条咸鱼啊，佢哋懦夫。好白痴，唔该你快少少啊！赶住收工。嚟啊！佢仲喺度磨嚟磨去，啊？佢系咪喐啊？喂，大佬咁你想点啊？你成世企喺度，我真系唔使玩啊！吓、啊，硬爆啊！喂，拿丁你个怼冧佢啊！喂，吓、啊，你可唔可以去怼？你可唔可以乖啊？
啊，行过去先。好，爬去，好白痴，你睇，被强老屈嘅呢啲系，行边边啊，左定右？哇，两个夹紧埋嚟喎，吓，我唔出嚟就唔急，一出嚟就整两件你睇。唔打镬你唔得啦，呢啲咁嘅贱种。好，呢支枪冇咩用啦。喂，哎，你睇下好白痴。好，翻嚟先。个，因为后面俾人包抄就死硬噶啦，怼冧咗呢个。个 ，OK。有咩执啊？菠萝 ，very good。唔系执菠萝咩你？好，执咗啦。问题而家有散弹枪五飞，呢度仲可以攞多支灭声枪。好嚟啦。诶，等佢嚟近啲先啊！杀咗呢个我就包赢噶，有本事过嚟啊，契弟！喺边啊？喂，佢走喺右边啊！喂，佢走去边啊？哇，嚟啦！好白痴！有冇死到啊？呢条友啊，低能啊，好白痴啊！点解会无啦啦唔知走咗去边啊？好戆居，唔知走咗，哇！啲白痴咩挑战别的级别，真系再一次唔玩。啊，呢次真系唔搞啦，火到嚟咩挑战级别啊嘛，弱智啊大佬，问埋啲低能问题，吓、啊、个老装屎啊！挑战别的级别。好白痴，要怼冧呢个纳丁，轻安，好嚟啦！你咪又唔过嚟，你咪踎成世，你班友，而且好白痴，佢打人唔识扯啲人入去嗰啲，即系匿喺旁边系咪？好死蠢啊！死蠢到爆！哎呀，打纳丁佬啊，佢竟然行开咗，嗨纳丁佬！你啲噶，执菠萝，执菠萝，执好，执咗散弹枪 ，go，good， 入去啊！啊，执啊，契弟，啊，五、嗯、你个死人头啊，五你屎忽，跟住我嘅下低仲有个木嘴啊，佢有个 fan 纸喺下低噶。唔理咯，唉，错失咗机会，契弟，唉，佢成日喐嚟喐去，呢、這个可以，啪，准就刺孖筋啊，啊，追击黄忠王呢啲傻仔唔好嘥子弹咯，直接拍死呢个贱种，你够姜停喺度啊，契弟。夹出嚟啊！一夜打爆你个死人头！前面有个木嘴就系、是、嗰个重机手。咩啊？咩麻麻咪啊？嗰、那个追击手唔夹出嚟喎、啊，下低仲有冇人啊？哎，嚟啦！好白痴，烂到射到黐线，嗰一秒隔呢一个位系咪癫啊？点肥啊？同埋就算我隐密都冇用咯，去到呢度呢个木嘴，你有可能有鬼可能怼死佢咩？嗱，你喺一秒钟之外，你就可以喺有一个机会喺呢度瞄佢个头掟落去。今日会易玩少少，但系嗰个大只佬嚟到，我都系唔知道要做乜嘅。即坦白讲，而家唔好理咁多啦，杀咗佢先讲啦。啵，开始全面开战了。
咣咣，咁都唔死？呢粒散弹枪系咪呢个追击枪系咪废到咁啊？三枪都射唔死呢啲木嘴。好嚟啦，拜咣啊！黐孖筋啊！起身啦，求下你唔好死啊！啊 ！Oh God！ Oh God！ 我打你个贱种，执佢埋，入去啦，契弟。好，擒上去，擒上去 ，Go Go Go Go！ 喂，你做咩啊？你喺度玩啲咩啊，大佬？我顶你唔顺啊！唉，只手咁痕做咩啊？踎你啊，踎啦！哇，呢边射紧。好，手枪王，唯有系咁嘅啦，飞啊！好，喂，帮手肥啊，拿丁，滚，走啦，区队，啊，系咪下低仲有木嘴二号啊？看不到的问题是啊，光啊，爆啦契弟，终于见到木嘴二号啊，入弹入弹啊，哇系东京战术，光啊，好，哇大镬，黐孖筋。好，喺度唞唞先，佢会兜翻圈过嚟。好，机枪位啊，系咪瞄住？黐线啊！点过去啊？拜乌啦，行快啲啦，唔好喺度爬啦！你个脑系咪装屎啊？Oh great! Oh great! 黐孖筋，好白痴跳啊，跳唔到。诶，隐密中。I think we lost them. Hey, you hear me? What? 好。哎呀。黐孖筋，而家又要逐破逐单击破啦。呢度有个木嘴一号，拍死佢先。白痴啊！好白痴，光啊！光，黐孖筋，走走走走走。好 ，Go check it out，check it out， 哇 ，what the？ 个木嘴咧，哇，死咯，哇，黐孖筋，顶住啊！是防弹装甲，鬼唔知咩？你而家先知啊？前后都夹紧。大镬了，行过去啦，契弟。好，边度射啊？黐孖筋，搏一铺吧，神咯，整支火力啦，好白痴 ！Oh my god！ 而家个脑装屎打空气啊，唉。你叫佢，唉，算啦，听日再玩。你有冇见到嗰条友好白痴？佢拉屎企喺度跳落去打，瞄住睇住跳住嗰边系跳跳打空气，弱智咗，啱啱已经怼得死佢啊！算啦，听日再玩。咩俾咗二次机会？边度有啊？边度有俾机会跳咗落去？咩可以 disarm？
听日再玩啊！咩俾支枪你唔识用？点样俾边度有大只佬？冇可能，听日咩咩转难度？你用晒灭声枪啲一枪一件暗杀先开战，黐线咁易啊！你估你只你又唔系可以行到咁近？你讲到好似神一样鹰眼，我可以咁远射到已经超劲，使鬼转 level 黐线！咩睇？你话咩追击枪？根本嗰支追击枪，除非你又唔系 zoom 到好近，要爆头先有用。你讲好似好劲，你话好似嗰啲四六咁一嘢 zoom 到劲咁，砰即死，根本冇呢回事。今日篇潮文咧就系、是，今日篇潮文就系由 Tommy 仔所写 ，IT 九支巴士攻防战。Tommy 仔翻工咧同放工咧都系搭巴士。是咁的，前几日咧照旧 O T 完搭最后一班巴士啊，正常都冇咩人坐。我戴住个耳机啊，一路听大哥玩 FIFA 喺度瞓觉。第一 feel 到后面咧有嚿嘢咧顶住个背脊，一望咧原来有人坐。大家知道咧，我同典型 I T 狗一样咧，咩事都唔敢出。结果成程瞓唔着咧，一路忍到落车。之后嗰日照旧咧搭巴士翻工，一上到车咧见到个人咧。咁面善啫，原来就系寻日咧顶住我背脊嗰条友，咁啱佢后面冇人坐又瞓紧觉，系时候反击了。我一坐低用膝头哥顶住前面，佢即刻醒咗望住我。我扮唔知戴住耳机睇手机，佢嘴喐喐讲嘢，我听你唔到，我听你唔到。但之后佢坐翻正面，抵啦，我继续顶，刮啊刮啊刮啊，顶到落车，持续咧持续嗰几日，我今日真系顶得好开心。我谂你一定会顶得更开心啊，系咪啊？各位 IT 狗，直到有一日啦，我照旧顶住佢背脊顶到落车，一起身咧黐孖筋，俾张凳黐住咗条裤，我即刻咧听到前面有人偷笑，有条友咧黐咗啲 AA 超能胶咧喺我张凳度，我怕雨，最后咧唯有坐到尾站，等司机借把铰剪咧剪块胶出嚟，翻到公司仲俾主任咧笑我粉红 pat pat 喊出嚟。不过我已经知道咧，佢喺咩站落车，复仇大计正式开始。亦都见到咧，佢起身嗰阵咧，对脚咧好似对紧潮文呢位兄弟都几长下。可能佢第一次冇心顶到嘅，不过咧大致一触即发，已经冇得翻转头了。之后嗰日咧，我 check 好张凳冇问题先坐，唔顶佢背脊。佢以为咧我决心改过又开始松懈。我打开电脑 hack 个巴士 LED， 显示咧。佢落车嗰站，佢真系落咗车。我喺车上面望住佢，笑住咁讲：拜底啦！今日见到条友，我二话不说咧，一夜顶落去，啊一声，我吓过一跳。佢话顶错咗蔡思贝 ，sorry，O.D. 完啦。矿工一上车又见到条友，佢好嬲咧，俾咗张纸我睇。呢条友仔搞到咧，我早落车迟到，化唔切装 O.T. 白面同你死过。分出胜负嘅日子嚟啦！我用电脑咧 hack 个巴士引擎，佢亦都一早咧用化妆道具啲 AA 超能胶咧黐晒最后排嗰啲灯度。司机同咗我哋讲要搞一搞个引擎，就走咗出去。战斗正式开始，佢一开始坐咗落我后边，啊顶咗几下，我又坐喺佢后边顶，结果俾佢坐咗尾二个位，我唯有咧坐翻最前引佢翻嚟，如是者 loop 咗几次，战斗如火如荼。啊、车厢咧就越嚟越热，热到大家咧都生晒热疮。今次咧我坐尾二个位，佢竟然咧扮坐无影凳坐喺我后面。我一手大力拍佢个膊头，佢坐落去抵啦。点知佢起到身喎、啊，然后啲胶水啊早已经咧干到吓热、啊、到干晒。我同佢笑一笑，不打不相识。我佢哋每日咧轮流顶对方背脊，佢而家坐喺后面，我一路开住 Google。Tom Gmail 打紧潮文，一路咧望住手背上啲未散嘅热疮，讲：我今日真系俾佢顶得好开心，我谂听日佢一定会俾我顶得咁开心噶，系咪啊？各位 IT 狗，咁今日我哋都差唔多啦，啊，我哋明天再见，系咁先，完。